啊，打。Untuk tak wajar dia, siapa yang buat nali ya? Orang, siapa yang buat sedaya ni? Jadi sanjai di kali ya, cint dua lapis, cint atau niak, tak lunga ke niapa, tamia ke, kau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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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gsiwe, ni, lapis cium lapis juga tu orang cint dua deh, dua dene, dene ini. 丁银针的，就大概那些个，拍什么着的？丁银针，它做点那个的了，哎呢，多点点的。但是呢，西路高里啊，做送人的，哎呢，我们白点的是送人吧的。但我们白点的里啊，拍些土木的土木没人，没人个说了去，啊。 是，那我把做的多，还是土木的。但是呢，俺的细心的兄弟就觉得，还是我们白天的土木没用吧，还是得下下面着。是的，但是就怕都清白，俺们多的也得哒，我们白天的那个哒，土木没用白哒，我们白天的做差。但得了呀，你。 但能就啊，那么做，他说用着了得了呀，哎你，夹吧，用蹦吧，是吧？可他哎你，用蹦吧，别说了，蹦蹦子，那没着啊，用蹦吧，用夹不起来，但呢用中部的，当然你是阿爸，你是阿东，你吃起，你吃。 但呢，对不对？解冻。但今呢，但多少吃不了，说不定这个，但蒙古吃也不得。但俺就能就端的啊，个，西路人不得。哎呢，还是你说俺不晓得没有？还是蛮多啊，你呢？要让什么的话？但这边的西路人不哪里啊？俺就能就大把端的啊个，啊，在哪里啊？ 推送的就是三节他们就讲，讲个那幺了吧？推送的就是三节他们就是，就是跑到新北了。但呢，那咱们不一样的，我做不成，我不做吧，三节说行。我的送的啊，代表三节以内的，他代表三节以内的，毛五百三节以内的，他们就了。哎，你手机跑到新北了，但呢，我不做吧，三节吧，下达的送新北了。咋？俺俺做，看的是你不一百一十三呢，让个白水车，白水车的人呢？ 哎呢，我把这个上街啊，给就马上做了，让些水也不得。太阳久了嘛嘞，早上过年出些场，提醒你没些场，日久久了，六千个大多上街，你不见谁呢？六千、三千、他的，哎呢，三三什么、日什么、两什么等你给，落地的就越轻，西北的就越轻些了。 对，有这样的，你不得让些水不得，是吧？是啊，明确了，过来有这样的，你不让些水不得，对，跟现在啥都主管明白的，是啊。但现在定了，是根据产业的不的，和跟路路的关系用的啊，这个。但这里也没印度啥呢？啊，刚才西北可能个人心。 我冇得不对，个有这样的，你不有得不些？但得了个差钱满足吧？就路路的点的这个，哎呢，别的吃的，大家说嘞，别吃的话的吃腻味，吞了，忙呗，哎呢忙呗吃，忙过去用这个多啊？因为第一点，生活上个人心的舒的要不，因呢，生活了三什么、日什么，这个有些啊个，你不见都用心嘛，包括，是吧？所以这里也没有得啥呢？啊。 没事，可是你老早的，生人心就有啥话的，生可是你就是准备有。啊，但，讲到生就去年了，忙不是可是老一嘛，生就去年了，忙不的，忙不早了，他的差的个啊的，所以这里面就讲的生就去年，是不是过个日子，可是晓得啊，底下底下啥子些？所以这里面就讲的，俺们就久了呀，三级就过帮，特别啊个。
심을 실어놓고 만수 여유세. 다디 대신 십자디 상하 라메이슝 나라는 대신 십자여래. 디자도 되는 양념시당 거지 상하 라메이슝네 다 숙여래. 다대 된전 대비 원래 당연 디지털은 아다 상한 대비 아니 숭직 나라다. 배질 러브 당 고물로 기루 채지 지금 송야래야 아니 뒤 송야래 청주 수유장 지문인스 청주 청도 고반디 현실이 답으로 견제 뒤 있는 강조로마 답으로 견제 뒤 니에벌 때네 아니 뒤 강조 쓰라 나가지 말해스 청주 수유장 지문인 수유장의 송문인스 가렸으려면 청주 주야하게 두디 샹다 소식이 중요한 말이지 나란조로 랑체수 여행을 수익장의 숭문이 다 안드스대하게 감디신님부 심런신주 회사와 심청무 뉴민시시에바 릭슴 등유디 등에 다시 디강삼 등기와 등지디 나바투지 체배 이시를 줘야하게 두디 디 말이 Ringje tu terdulu kok tidak ada orang, tapi ringje sorbet, tak ada je, tak. Oh, jadi ini bagi tu sana. Jadi ini tu sana. Cangju suyang sung, kata, kata suyang ni sung mai, jadi suy sung ya, mari, sesuatu sung mai. Jadi ini tu, ini rangsu yang su siapa les, rangke cecam, si rangke rengsin. Rangi cik pergi dah saya agak taksi terdu di nyumen siapa cahdua nyumen siapa gul dene nyumen siapa gul dene dah saya ada dah dua jadi siapa gul dene dah dah dua dah siapa le orang bu siapa tu isi mengu dua isi le isi rakwa tu isi cah mengu dua so dah saya tanya dah saya 특히 터도 제 유리자는 차와 육매시아와 균 마셔보지 못했는데 왕비시아 주제 균시아 가서 그 살생제도 와 나도 왕딘 락바디 치즈 내가 대진을 왕비시아 주제 대기 와래 대선도 마셔보지 니 후배 내 거리야 왕비시아 주제 가족이 와래 다음은 생기 일류 떡과 몽구지에 락바디 주제에 니 후배 그걸 가족이 와래 그러나 세주군 내 거기 시아베지 몽구지 Nilam tanda berkedua, gajah. Yang nilam gus siapa sih dah jeli tegar. Tapi ni tubuh kuda berkedua, nilam gus siapa tu? Nilam gus siapa rezeki? Mungkin juga hantu gus. Tapi yang tu cipta tu mikirnya, faint, lewat jawa. Jawa ni ko usang ka, cipta ni ni ko le yang siapa ni am cawat si, yang dia si. Tangan siapa yang tu anda, nasib tujuh siapa tu? Jawa ini, kawang sah situ, kawang sah situ. 가다다 소화처럼 해보세요. 가져가시면 가봐요. 또 우당야지 요래. 시바지 우당야 여보시지 마도 신고를 가게 해서 소화처럼 해보세요. 나서 독자 있는 용도 와. 세상에 오다 대순에게로 그냥 시바 차와지. 당연히 넘지 등재 용도 와면 미카시에 도와서 냠린으로 도와서 용해지 채 14년 니면 지금 주장들의 하셔 등장 하셨는데 풍부님버디 님버만 잡으셨지 그 쇠가 대대들이 용되기도 와 등하도 도와래 겨울에 너무 별래 용구여라 겨울 도와래 용되기여래 다가는 신기다 풍부 락과 풍부디 충조대들이 용되기도 와 아주 별들이 하시여래 풍부 추진되다 등사되는데 이런 가시에 풍부 거리 예제 그래서 풍부 상매 시작해 풍부 그래서 풍부다 유구로 쳐와 진짜 영원되기도 와 로카시지 코는 내 투도 여말할 때 내 신기해 냐롱을 남았지 쟤네 콩 종두자네 풍부에 예를 다 자 드림으로 영원되기 와래 지다 콘도 간다 시에바
시바 참몬 참몬디 그걸 풍불내 과서로 풍불내 과사스름도 풍불라 뭐시 풍불 나리 야르디 이네 치외 네걸라 디시바디 그걸 장자와로 세세 그걸 풍불로 떼밤해봐 이런 걸 그냥 로데기도 가 다와 산제비 슝네 겨왕을 주둬야 되겠는 시야인구요 아래 시바디 지기하기 직직이 죽힙니다 가 시바 코랄라 숙진이나 코레에 가서 겐다 지기 여배이나 양코 가죽으로 와 랑기 둘러 니부똥 대여나 이거 가죽을 사시도 가 다 시바 락바트 주차라 시바 친지로 올라오지 메이나 그 뒤에 그 겐다 친지 말로 올라오지 그 뒤에 여행을 받아 시비자는 그 친지 말로 올라오지 넘지마도 그 땡사는 치지 말라고 그러고 대형오마 시에 된게 그러고 연대 그래 대형오마 시에 별로 남게바나 대형들로 치지로도 또 별로도 가죽 그러다 그걸 그 뒤에 있는 게 딱 유 릭섬 릭섬 제야 콜라 니보면 누가 그 견답면 누가 저지대 인도산에 다가는 시 그 땡디에 숙제 장발을 때만 맞다 육승글다 육승글로 댄서디 룽 셰바코라다 더니지고 있는 얘기 신도차요 룽 어떤 유인진 안 디세대 거래 사틀 에너지 에너지 최신으로 어떤 사틀 에너지스는 아주 룽스를 그냥 하버지베 룽스를도 너무 웅스 룽스도 그러고 그러시더라 아디 사틀 에너지스는 그 뉴버로 뉴버차오지 저상가 시바 차와디 시바 차슈디기 땡디 에너지 룽신도 차 에너지 다 뒤도 땡디기 아래 뒤 수진이야 수진신도 차와지 자서 자 뒤에 이들 산에 거라 땡디디 그 땡디텔 그 균준이 내디기 아래 사와다 당수 다 세하기 민도서 탄연도서 사화로디 땡디 시베 규텔라 땡네 다세도 다베이 저장 어디 뒤한데 출세리 진지기다 시바디다 그 땡 에너지 사틀 에너지 시도가 다 뒤니부디 산지가 살이야 레베 뒤땡 그 침을 세야 유산에 뒤땡 그 침을 뒤로 바깔에 갈래 마탁에 차지 봤어 다제 매버 차 유산에 진지 시바디 코로 시바 코로 르시니 모두 런신이 두배 똥으로 와. 런신이 머루로 와. 좋아. 시바 코를 때는 땅으로 와. 그 찰 때는 땅으로 와. 좋아. 자, 근데 이번 인도산에 시바 참무디 땡기 춘이디 모니 굴시. 사지살이야. 모니 굴은 뉴제의 차시다. 뉴메시의 차 니샤베 난기 뉴제의 차, 뉴메시의 차시. 그 땡기 춘이디. 샘코레균디 대 퇴직기부 구사하자. 대형 원유구 시작이래. 뒤제 이병 원유구 시작이래. 뒤샤. 다들 원유구 뒤제. 다 시바 정신이 왜세요? 시바 코레 퇴직기부 구사하자니. 뒤 땡네 시사 타다 리그의 연대다. 뒤 땡게 머리부 차 타다 사인 주자니 시사 타다 리그야지 차이 물어봐. 근데 이 시초주 구사야 됩니다. 그래서 다 안데 시바 디기 땡 에너지 사틀 에너지 사시도가 사틀 에너지디 상기 룽구차 수구차 수구 다가는 지금 상기 숭나바 탐지없어야 되차 자 근데 이인데 다 상기 샹준 수구 룽구차 되차 되네 이시 죽제 되네 세지기면 구사시 되네 두번 세지 모니굴라 낭세기 뉴제기 차들라 세지기면고 두번째기 차들라 러시남다하게 스님도 다가 다분 인된게 잉터두고 모니굴티체 엔 디가라 마다고 두절라 무슨나가 거네 신준쟁에게 초고 죽은 나바젠디 죽구제 동시는 공화를 쳐두게 공화 양나 구시 양나 공화 와다 뒤 용서 뒤
Nyungwa lhiji jiwa wa sega sem jiga na yung dhiga dhwa, wa sega sem shabada jiga dhiga na yung dhiga dhwa. Sa jine yin dhiza ne, su yi jang ni sungma yin zon re. Ta wana sanje sanje saya de kandishu suwa sila wa yin na, rang shu yong su xie wa le, tela sanje sanje chue si. Rang ki chue sam, rang ki kore rang xin ru jik yue dhwa di, cha san si pa kasu li pake yong su sa wa chi, yong su sa wa ru, yong su zwa wa ru, yong su. Sani, ngon tu gyube kwa ne, shiba chung su nas, rang chung yong su shiba le, tala sanje sanje chue, tala sanje sige gare isi. Oda di, tu sum tu gyube, sanje sanje shidyo paru chimbo la, tene, lana wa yang rozo chino ngobo zo sanje so si, jene, ta shidyo paru chimbo saya le, kare silem na. No, na, ngon chik gyuto. 我们平常呢，在念诵的心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这个教典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内涵，而分成三种的经藏、三藏。所以我们说配合着三学而说了三藏。那三学的第一学就是律学。也可以称为叫戒学。那如果以律学为主要的所权来去诠释的话，那这一部的经典呢，我们称为叫做律藏。那如果最主要是以定学为所权的一个主要内涵来去做诠释的话，那这一种的经典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经藏。若是以慧学为主要的所权内涵来去做诠释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论藏。在论藏里面呢，又可以分共论藏和不共论藏两者。共论藏呢，就像好比俱舍论，这属于共论藏。那不共的论藏呢，就像好比般若经，这属于不共的部分呢。那也就是所谓的般若蜜多经呢。啊，这个般若经，以普遍来讲的话呢，最广的就是般若十万颂。它就有十万个偈颂文，叫做般若十万颂。那再中一点的呢，就是般若二万颂，其实是二万五千颂了，但是我们简称叫做般若二万颂。那之后呢，就是般若八千颂。那之后还有再更略的话，就像好比《金刚经》或其他等。那我们平常念诵的心经呢，就是属于般若二十五颂啊，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然，我现在不是想得很清楚，应该是如此。那在此有说到了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过去的佛、现在的佛以及未来的佛呢，都是依赖着这个波罗蜜多，也就是这一个智慧到彼岸，波罗蜜多叫做智慧到彼岸呢，来去获得一切的果位的。我们也是有基础的，能够获得到彼岸的果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佛性存在，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呢，是我们原本就有的，跟我们具身同时存在的，如同宝性论或者是相续本母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就是一切众生，原本就具有的这种为名为知的这一个意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为名为知的意识。所以我们自然有一种能力，就是了解境或者了解事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自然而然就拥有的。我们能够了解事物的这个能力呢，是不需要依赖着他缘而去促成这种能力的产生，这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自然就有这种的能力去了解境，了解其他的事物啊。这种了知为名或者是为知的这个能力呢，我们把它取名为意识的。虽然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对于境所有性和如所有性等等疑惑啊。那这个疑惑还是存在的啊。对，没有错，这种疑惑虽然是存在的，可是并不是在心的本性当中而去存在的。如果这一切的疑惑在心的本性当中去存在的话，那就没有可能拿掉这种的疑惑了。因为心存在的时候，它的本性就跟着存在嘛，它的性质就跟着存在。既然这种的愚痴或者是愚昧等，是安住于心的一个本性或者它的性质当中的话，那心不
就是不可能拿到这种的鱼吃或者这种的鱼魅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同之前我们所说的，我们最主要的鱼吃最主要的鱼魅是什么呢？就是圆心的空性的这种鱼吃，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鱼吃，但是可以拿掉的，如同之前所说的。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础能够获得最究竟的果位，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藏，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那如果要讲到更详细一点的话呢，那就是要配合着无上瑜伽部的这个经典呢来去做解说了。那在密集金刚的一部解释里面，也就是龙树菩萨的一位大弟子他曾经说到了，菩提非能次，菩提莫能持，自法片之故，此谓佛正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所谓的大菩提并不是说可以给予我们的意思，所以叫菩提莫菩提非能次。所谓的菩提并不是说一个人给予礼物般的给予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菩提莫能持。菩提莫能持的意思就是说，成就菩提最主要的这一个因缘，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呢，并不是说别人所持有的，而是自己本身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所持有的，所以菩提他们没有办法赐予给我们呢。那我们要如何去成就果位呢？所以在此就说到了自法片之故，也就是说透过了这个具身原始之光明，我会去安立一个我的存在吗？那但是这一种的光明，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它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层次了，还有初分的意识、细微的意识或更细微的意识等。那如果光是以初分的意识去解说我的话呢，那这个初分的意识它是会有续流间断的情况，就像好比我们的根室啊，它在熟睡的时候它是不会产生的，根室是不会产生的。还有一些比较初分的这种意识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睡眠或者是熟睡的时候是不会有的，就像好比我们在醒来的一些意识，在做梦的时候是不会有的，但做梦时候的意识在熟睡的时候是不会有的。那还有我们人昏倒的时候，因为突然间就是呼吸停止，那个当下的意识又非常的细微了，更加的细微等。还有一些初分的意识，像植物人来讲的话他们就没有了。所以意识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粗细的这个层次，有很多种。那最细微的意识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人他在圆寂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他可以利用最细微的意识呢安住在身体里面，那这种修法我们称为叫做住身的一种修持。那他就是纵使圆寂了已经十几天了，但是他身体都不会腐坏掉，而且都不会变化都不会有发臭的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的最细微的意识还仍然安住的缘故。那这种的现象呢，无论是在西藏或者是今天的印度呢都有这种的现象实际的状况发生。那还有一些人透过修持，我就这么想，对不对？好的，我们就是的，我们那边就是开始创建，像我蒙古籍都是通过，他说蒙古籍都是代表的，实际上是城市村子结构的呀，啊，那对当下结构意思，现在呢，没西餐呢，啊，那瀑布，你莫买啥不吃些的，俺就弄那土种的修饰多啊。我的第一个呀，绿跟那当路开的前面，当下车去，当下车车车，因为迷信顺序下不来，迷信顺序去，出现顺序去，所以出现的对，出现的啦，出现的培训性的个谜底的代表人呢，新的这些没中嘞，像徐国阳，没创业这个，土种路下全部的，土地出现的要嘛嘞，所以当年啥？양은주식사업시대에한대샤샤다다풍부리시외롤야도딱제치하지롤야최역할가리염에들딱제치하지그래서당한테미지싱에지구대이다다토듬싱에지구대이다다在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插了一个，我想播放一个小插曲啊，想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也就是说真实发生的状况，也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以这种住身的方式而圆寂了嘛，有一点类似我们说中文的所谓的金刚不坏身，有一点类似这种意思了。
那于是呢，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子圆寂，具有金刚不坏身而去圆寂的缘故，所以我们在科学家有一次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于是呢，这些科学的专家们，他们就放了一台机器，还有这个的专业人士啊，就是在达姆萨拉等候着，那就是去观察他们死后的这种生理的一个状况啊。如果安住在金刚不坏身的话，可是很遗憾的是，有机器和这个专业人士的时候，没有人死，没有人以金刚不坏身而去圆寂。那之后，机器和这个专业人士回去的时候呢，又有人死了，死的时候没有机器，真的是很可惜。那现在好，现在他们有留一台机器在这里啊，最近了哈。那我们现在正在等一个人死了。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透过自己的修持啊，不只是身体这种不坏灭而已，而是身体变得越来越小，小到大概一个手肘的一个尺度啊，这样的一个大小而已。那甚至于完全的消失，完全的不见。那我知道有位上师，那虽然我没有直接看到，但是我知道有位上师啊，他透过这样一个修持，那他圆寂的时候呢，身体是完全的消失，完全的不见了。那这一种呢修法，最主要就是透过最细微的，我们称为叫做具身原始之光明啊。那透过这一种的修法呢，而来去修持的。那这一种具身原始之光明的时候，在这个光明的当下，它跟身体是没有直接依赖的关系，它不需要依赖着身体，它可以算是一种独立性，不需要依赖着身体而有的。其实我们所谓的前后世的这个理论呢，啊，或者是前后世的这个认证，最主要就是由这种的光明呢啊来去证明的。那这种的光明的存在，它是没有逆缘可以消灭这种的光明的。如果我们讲色法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色法当中找到一个相克之物啊，来去互相的互克之后呢，而去消灭另外一者的物质。那如果是以意识来讲的话，像颠倒值而言，颠倒值虽然它，我们会觉得说颠倒值它虽然持续的时间很久，可是真实的状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永远是存在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了解真理，了解实际状况的时候，原实际状况的这种错误的认知、颠倒的认知，自然就可以被拿走了、拿掉了。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对治力啊。以这一种的意识来讲，可是光是唯名唯知的一个体性，光是这一种了解事物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找不到这种的这个克星呢，或者是它的一个对治力啊，这是没有东西能够给予、能够成为跟它相克的作用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的。再加上这种光明来讲的话，这种光明的所依处并非是身体，而是一种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个能量，或者是一种细微的风，或者我们称为叫做气流，这是它的一个所依处。那这是一种色法，是非常细微的一个色法。那因为它们的续流不会间断，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对治力，或者没有为缘可以消灭这种的续流，所以这种的续流呢，就是将来让我们成就一切果位的这个最究竟的一个基础了。然后这以上就是大师跟你们谈一下有关光明和这种最细微的一个状况和互相依赖的一种关系了。那这种的光明以及这个光明之所依很细微的一个能量，也就是最细微的这个气流来讲的话，在这种的光明和气流上，如果净除了一切污染的话，那这一个清净的光明呢，就会让我们成就就是最究竟的正觉果位了。当我们成就最究竟的果位的时候，光明上不是也是以自性空吗？这个光明本身也是无有自性吗？这个无有自性的自性空这个的空性呢，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它就转为了自性法身，又可以分有为自性法身和无为自性法身两者。那时候光明上的空性，它就成为了无为自性法身了。那这个光明唯名唯知的一个能力本身，它就转为了有为的自性法身，那我们称为叫做具身身。那
因为这个光明上已经净除了一切的污染，所以呢，他了知事物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就是淋漓尽致，所以他能够了解一切的事物，因为他本身就具有了解事物的能力嘛。再加上没有障碍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了解一切的事物。这种了解一切事物的能力呢，我们把它取为叫做智慧法身。那之前光明的一个所依，不是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气流这种的能量吗？这个能量它是一种色身，对吗？就是一种色身嘛。那这个色身呢，它就会转为这种的色法呢，它就会转为成佛时候的一个色身。所以如此我们可以知道说，由这种的光明和光明所依赖的这个最细微的气流呢，当我们成为正觉的果位的时候，由气流或者是这个能量转为了他力色身，光明了知事物的一切的能力转为了智慧法身，而光明为名为之一个能力本身呢，它就成为了具身身，那也就是自性法身的有为无为里面的有为自性法身。那无为自性法身呢，就是光明上本身的空性，所以因此而承办了佛陀的四身。那还有一者就是说，随和众生不同的根器，它视线不同的这种事相，那这个呢我们称为叫做圣应身。如果再加上圣应身的话，就变成五身了。所以无论是四身五身也好，最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光明，具身原识是光明以及它所依赖的这个气流而去产生的。所以在此说到了菩提莫能持，菩提并非是由他人所持，而是自己所拥有的，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是我们有成佛的一个本钱啊。我们不是没有成佛的本钱，成佛的基础是我们原本就拥有的。但是如何成佛呢？就是自法片之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使这种最细微的光明现起，运用它转为道用的话，叫做自法片之故。好的去运用它的话呢，我们就有办法成就一切的果位，所以叫做此位佛正觉。那于是呢，在心经里面就说到了，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最主要也就是依赖的这一种的基础呢，来去成就一切的果位的。你说，大地，就是那种三世修行法的修罗，但那个那么样的做，我做上解说，现在送给阿弥。실로지파르도심바사디네르바도구시덩이산제디두야기다주치디간다샘딩기다치마센이두야마도메도바대간도구시덩이르셔겨울바다사다디레이르산에샘딩기치마루보워디디다아두지야규라메나로리야연대르가자치마루보로와니다原来人是2.70，那么多个村呗，顶级个村呗，什么第一的，路过的，路过因为就这边是你们的生意，这几年靠三个人心里啊，三里个人心的兄弟不是买的是几钱？按照路过时的呀，我们呢买的不是，像七十兄弟不给人买的，但他们不呢约的不是。这地呢，生活上个人性的书买不来。你呢，个路过的地，早晚路过七十六个老了的呢，用的呗。你就讲呢，七十六个倒过来的呢，用的呗。你就讲呢，这可对呢，这个老板呢，是的，第一懂得，你不可对呢，有的吃。在第二一面，你就讲呢，哎呢，可对呢，个捐的地，把收入人是捐的投入人是他呀的啊的是，用的是。原来是1.70的，三节的三节，但不是特别了呀，让去用书写吧嘞，他那三节就现在写的呀，看到南京的啥了呀，不缺他的，哎呢，不欠的呀，这个欠吧，恰当名额呗，不欠吧的这些，用的呀，第一。就做了的，是吧？第一，人家做了个什么人心就为啥会被抢呢？用不着的，有这个，就你不觉得吧？第一点呢，用不着的。别呢，那的那么人不听不到，所以你看嘞，当下的那个，到处拆的，甚至个看不到，没把那座听不到了说的，到第一的什么了？有这个，有这个原来，
치다 맨다 맨다 되는 시기도와 자 뒤에 뭐 인도 산에 뒤에 자원으로 뒤 유직배 직배 뒤 간에 영대기 알아봐 자 뒤에 인도 산에 독서의 연대 뒤에 뒤에 누구로 뒤 심 시리 뒤 간에 유해되었지 뒤에 인도 산에 연대 정신 2.7 어디 숨겨 아래 다 뒤에 인도 정을 누구로 뒤에 뒤 바 세야 뒤 sem seri ki tengi yu riya ki nubo ti kondu peya re. Ta sem seri ki nubo kondu peya de le ya chidawa ribwa ribwa, chiniwa ribwa ribwa yungurwa. Ta zo di chiniwa ribwa ribwa saya di shishi chiniwa tayiwa di di jikda nigi kaso di tala mongba mongba seri niwa ya singa di penyoro sabo re. Ta ko jika kaso ribwa ki Man the Masune, go naked music source. Nan, damn the Mongu, whatever, Lia, man, chigi, because say to ya, these sort of chick, Kyle's Labina. She dove a turn, chisim be shiver chigi, look corner condo, pain, chimbeina, chido, dove, loy, nuba, yon saw in the sane, any loy tangi, Mishibe chatadalo say to ya chick. Loy tangi, Mishibe chatta say in the sane, chinibe chut eat the summer law, two chill shit to ya chick. 这是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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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진리이번인도산에다아들때시럽기파르도심바세대아디지르파르도심바투다나바람에드가자디시럽바람에드천디바람에드비아바람에드다나바람에드소드디다바람에드투투감양나쭈예배난게소르디브린제바람에드아자르나로즈거도보로미도에서고도보로미도보로미도어디보로미도세대제자어다디디파를도친스다다브린제바람에드슬라베이나시르기파를도친바스다시럽디지도도시럽제동유도시럽제다동유도시럽쌈지안다가서우마베룰레우마베나레아니냐라파버즈이집지동유도고마르신숭해지가레슬람나아니시베사와머릭바직더스다디아니강사게등진라파트들려뭐숭제또코랑거정루게도강사들라파스기미신데간다다타녀들아저씨미시베다몸을누르고공부탈투병원에시합에이나다내가사들라고찾아와래들어봐지난어다대상시코에싸워레이스최지등진디아니코에시서터두레디이내코와를저와라최지등진방공마레이스든지이번인도는코와를타와라최지다면도공마레이스는숨겨지다안다디몸을누르고시바터두시아인도산에去一趟到古窑去，咱们到古里算了。你这，但看到电信的，电信，刚才就说的，没人不晓得电信的啥呢？实际上，电信有的啥呢？没人不电木电信的啥有的啥呢？特帮这个年不的，刚才人心不到呗？但去一趟没少了，但看到人心不到，这个刚才说人心没不到的那个，我那落地的。落地英国，落地嘛都多少嘛的意思。在地内就是呢，人心嘛不多呗，但落地，哎你娘让的，土木嘛的意思，这什么？地内就东西多呗，西了，东西五十多呗，西了，暂时娘让怕不得土木嘛的。地内一般人都，但东西多呗，西了的，年初几年不来，东西多呗，西了的，西了地嘛都没办的。但시집이년보러줘야돼근데지레슬럼나돈이도시도코라이말다돈이도시도래다이내캐버라돼돈이도시도달라그슬럼시럽사래특히나뭐끊는데봐서장주국쌤기쌤의진수옥이
좌다 제베 동유도베 시럽 디 시리비니 무치기 하리스 자 디디 이마 인디산에 시럽기 파를 두침바 세하다 디 동유구스도 도베 시럽 디 파를 두침바 영향하디 남징이 줄은 로대하지다 시리비니 물은 로대하지 고구도가 시리비니 물은 로대하지 남징이 줄을 두고 열어봐 자 디디 이마 인디산에 디 영화디 탑징 외에 탑지 좌다 제네 용대기도가 자 디디 이마 인디산에 다 탑 가렸으려면 아, 江苏省市的对的，真正研究到南京解放国防脱不了钱啊！给西路的派出所起码是要给南京江苏两百了，东西都被打完的，直直不过去了的。但呢，提朝是那边都提甲的，江苏省的光顾不了的，江苏省的直直不过去了的。真正一般运动，我们陆陆续续，我们是去参加哪落了呀？当年他呢，今天的南京江苏他们的呢，提早和江苏省。 人往解无大点的，穿的都不认识他，你那边的一些啦，些呢，我常住生的，常住生的早啊，认识清不起，啊，第二个，初，来啊，哎呢，认识都不到位，些了，东西都不到位的些呢，我的第二，第四部的呢，伢们个铁都送过来送一把的，我不如如去。如是透过波尔波罗蜜多，透过波罗蜜多，让我们呢去获得四生的这个果位，那也就是从心上去净除一切的污垢。那在经典上，也就是《宝性论》，也称为《相续本母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污垢是属于暂时性的。那为什么把污垢称为叫做暂时性呢？其理由有二。那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虽然内心的污垢并不是说无始以来没有，后来才突然间存在，不是这一回事。可是，是因为，内心的这种烦恼或者是颠倒的执着，它并非是安住在心的本性当中，也不是，并非是属于唯名唯知的一种体性，所以呢，这种烦恼我们把它取名为暂时性的污垢。虽然它无始以来跟着心而有，但是它并不是在心的一个体性当中而去存在的，这是理由一。那理由二呢？是因为这种的烦恼或者是污垢等，就是因为没有把实际的状况看清楚而产生的一种误会，而产生的一种颠倒执着。只要真理存在，实际状况存在，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认知实际的状况啊。那当我们认知实际的状况，原真理而产生智慧的时候，那就有办法升起对峙，这一种颠倒执着或者是污垢了。以这样一个理由呢，来去解说，这一种烦恼是属于暂时性，或者污垢是属于暂时性的。所以呢，在经典上有说到了，污垢为暂时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功德，安住于我们的本性当中。那什么叫做功德安住于本性当中呢？配合着刚刚所念诵的自法片之故啊，来去做解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唯名唯知的体性啊，唯名唯知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它就是将来能够让我们承办一切片之的最主要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唯名唯知的能力，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了解知道事物，知道境的意思嘛，知道境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自然有一个能力，就是说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去知道，我们想要去了解的东西。那这个能力呢，并非是由外缘而去促成，而是它本身就拥有的，它是一种新的一个体性，新的一个作用啊。那虽然这种污垢，暂时性的污垢或暂时性的烦恼，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这种了解事物的能力不可能增上，并不是这一回事啊。我们可以透过学习，透过反复的观察来去增上或者增长我们这种了解事物的能力。那我们要了解的事物，了解的真理可以分两者，一个叫做境所有性，一个叫如所有性。如果光是境所有性的话，哇，那很多有再多的法，就有再多的境所有性。那如果要一个一个去了解，以这种的方式增长智慧的话，那可能太麻烦了，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就像好比了，药王可
治除一切的这种疾病般，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很透彻的去看到了如所有性，然后从内心上长时间去串习的话，那个原本内心与事物不了解的这个障碍呢，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进除，于是呢，就能够真正的发挥我们了解事物的一切能力，让它呢发挥到极限，这时候呢，就能够进阶的或者是进而的呢，来去断除一切缘境所有性的这种污染了，于是呢，就能够断除一切的暂时性的这种污垢。所以，我们所谓的智慧可以分两者嘛，就是之前所说的了解五明的世俗智慧，以及了解究竟性的圣意智慧，可以分两者。所以我们所要增长的智慧呢，就是了解圣意，了解究竟性的这种圣意智慧，这是最主要的智慧了。以这种的智慧呢，来去成就智慧到彼岸的。一般来讲的话，到彼岸可以分六者，到彼岸就是波罗蜜多的意思了，布施波罗蜜多、持戒波罗蜜多、忍辱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禅定波罗蜜多，那最后一个就是智慧波罗蜜多，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嘛，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透过这一种的般若波罗蜜多，让我们去了解到最究竟的一个空性。那这个空性的内涵呢，就是配合的中观派的一个见解啊来去认知。否则，如果光是透过就是下部中医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为了让我们获得解脱，不需要了解法无我的内涵，法无我执是一切骗知的主要障碍。可是，若只是想要追求解脱的话，你不需要断除法我执，你只要断除人我执就可以了。这是下部中医论师他们的一种说法。那他们认为这一种的人我执要靠什么样去破斥的呢？就是靠普陀杰罗独立之实体空的这种理念呢来去破斥的。可是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却不主张如此，反而却否定。为什么呢？因为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认为，无论是解脱或者是最究竟的佛果位，都必须要透过最细微的无有自性的这种见解呢才有办法。所以呢，唯有透过这种的智慧来去对除烦恼障，同样的对治所知障的唯一的正对治呢，也是这种无有自性的空正智慧，才有办法对治这个所知障。可是声闻和独觉他们的空正见没有办法对治所知障，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很强大的一个福报资粮为后盾，其原因就是差在这里而已。但是以智慧品来讲的话是没有差别的，以智慧上去了解的内容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生息之别，唯有它后盾它的后面呢，没有一个强大的福报资粮，就是差别在这里。所以菩萨们不止断出烦恼障，更为了要断出所知障，他们必须要累积很广大的福报资粮啊。所以如同之前有跟大家谈到过，也就是说，必须要透过广大的方便品的一个资粮呢，来去累积这种福德。那这样的话，他的空正见才有足够的力量呢，来去对治这种所知障的。那这个资粮是来自于布施、持戒等六度的这种资粮。那最主要的方便品它最主要的根本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菩提心了。也是有了菩提心之后，那这种六度等的这种资粮呢，才会增长，才会变得更加的广大。那这样的话，这种的空正见呢，才有办法真正成为成佛之因。所以我们说般若蜜多会成为成佛之因，最主要有两大因素。那第一呢，就是空正见；第二呢，就是它的后盾菩提心。所以这两者呢，是我们修行者最主要修行的内涵。所以龙树菩萨在宝闷论的里面的时候又说到了一句话，如果弟子众你们要成佛的话呢，有三大内容你们必须要去学习：菩提心，以及菩提心的根本大悲心，以及了解诸法无有自性的空正见。那这三者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修行者必须要去修行的一个精髓。那成就的圣是这样的，成就的圣是这样的你要了成就是这样累积给那种菩提是这样的，菩提第一团大的你有的这个跟上位团大这个明白上吧这个
다가나신기지개봐지금매도개빼면개봐세서로다벽에나놀이야수두리운두산에먼저로자와캐바지수두리운두다로자와두리운두벽에생에로자와직채델리야슈신스니슈다동에자가캐바직채님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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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죽도가사드리인두다벽이가서우리벽에로신즈벽에나수두리운두산에부디세하게된다跟上把的，原点改吧，第二个技能了，但传达文章有对不对？表格拿落了呀，长啥的跟上把的些，粗啥的个，他说的这个，落改吧的，落改是了就略有的多，其实是你个传达多用的啥呢？落这个空度去，空度去吧，落这个去吧。그래서로티가떡을쳐야합니다로티개별로티유들가서시세를가서시세사라캠베캡수잔에캠베그배추첩을넣으시겠지말아봐캠베유가인에띠리기우리잔에캠베캠베떡을권에캠베캡을써오시로다아들이이모이들잔에춥세야디디떡디시세라요로남개세는다시세로개별로다시기요장축세야돼다디토질드셔진짜대비장축디장축디폐지소실업이있는거야실업이죽여야지그러나장세야돼내일산에시절타다가서우리그게다장래니용서를봤다소소터도디간다니나주변점을쌓아래야你说那个，你那个哪样子弄过多啊？你那个哪样弄死了的？知道我到边南京可能的哪来呀？去那边哪样子没多啊？知道我到边南京的，知道我那边也没得了，就是干多了的。因为南京去去那边他那死过了的，对吧？是的，在这里一路上呢，可是这边的，在这里一边一路上呢。장세하게깨졌디내알도와춥세하게깨졌디니버디도와춥시스타다툭수춥어지영화라시스시에발라바도주에베드멋하다장어지고알아봐사배지장등에알시에베인스레빼나권어도지드비띵인징기시드비응어지니부채니시드빵배자와도토비누산에진입을채야돼내용도와봐사디니누산에장세하게내알도야돼내가이스레춥장스모송세장춥스송도와자디디디자네그장세야디영야래야시럽을조고도와자디디인디시럽기장춥을믹스다샘다다무시장춥샘바세야디내조어디리샘바세야다샘세야디럽조고면로샘세야디기딘데기장춥달라미기요아래디그바강기체도미국어슬라바이는타예배남겐심지타다하기펜버주배래도펜버타르토고주배래도정주주던둔영향으로지지지자네체도샤와남겐체도배심지않심지않성심지않그던삼니따디실업말바다고로디저주고심지다디실업말바눈바인바가서계시와이리자네심지어타다하게미국민도와심지어메르몰미국민도와심지어랑당랑자와동해민도와대완대와인버직삼다니디터네대다하게채도대다하게채도정주지통둔예별로지지자네실업기정주를믿기닝지심지어를믿사지자다정주정주쌤실업자네시럽그좌다제베학상그듬바퇴도중시러초도왜그래서지다양아란즈심기심기세야게다녀직속도와디가르가르가르디도다가르스라나
那我娘辈老，有点个三毛老的，俺的姐辈老要了吧？三毛老了，上下初步春节老的呀，俺的姐辈老多吧？大的姐辈老要了吧？大的姐辈老的孤独啊，大的姐辈老的弄住嘛了吧？大东西嘞，摘的吧？大带我他带不穷了，三辈带不的，军人带不了吧？养到了吧？他，你军人干的是什么呢？让个俺个带我带不的，东西没对不起，有个印象。그사랑근강기동해민들보다대원대버직동해세토야지예배다산지배쉬운거잖아산지배쉬어나는쉐고다쉐르잖아동해세토야지뭐인도잖아동해세배대화대톱외워지러봐톱쳐가지러봐톱쳐가타도톱외워봐그래서인도잖아다나가서우리그게랑대화랑대화대버디중생대버려도와그래다람둥둥해민들보다대원들보다중생들보다인도산에남겨태도왜숨지않디에디에수도수인에람대원들보다둥해민들보다싸중생들보다양나버려도와자다가르쳐하시버렸으려면람지구를찍어보다신앙성타입으로봐자디네인도산에타입에탄다라사무동야디럽치그로누워치그로치성기가서우리보기럽치야돼럽치야돼야돼가려서라면난게태도가심지어는팬들좀들고로깨어있잖아쏘는거쏘빠도겨빠도겨넙심차이도가랑지구대원대별로대로대남준대별탄에다다남준대별탄에대원대별로집에있나다른게남준대별사야돼디보만사야지是吧샹은너밤이시야랑대원선다를샹은너밤사야돼맵시야아다샹레이팬마다인비샹은너밤대별권에랑게대화주야돼양다고주도와이내다때소수지고가막소자찌기쳐도미두산이대충주로봐다동해면되봐도대원되봐장자이뭐균세도쳐야돼랑래샹타예버리스들이이두산이타예버리스심지기쳐도동해전도로도다대원전도로시게이두산이심지미국심지타예버리이두산이텔미국로도샹면으로도없이버리고도와다디딘데인도와다딘데인도산에랑지구탄다라삼대바디삼로갸춘주타예베신저타다가쳐도미인도미베로디삼바갸춘부자디와라삼바갸찌베이바리딘데인도샘찌세라깨지디니지르샤所谓的菩提心的这个前二字菩提的梵文呢叫做菩提的意思那中文翻译就是菩提那藏文的翻译呢叫做净悟净除的净觉悟的悟了那这个菩提的意思是什么呢菩提有两种意思梵文的菩提有两种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净除一切的过患第二呢增长也就像好比像花开或者是莲花开放的那种感觉有点类似增长的意思那就是说进和长这两个意思了那以前的这些大意师他们在翻译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呢不只是有大意师他在做翻译以外这在这个同时还必须要一位印度的大学者在旁边做这种纠正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要一起去做这样一个翻译的所以他们在翻译菩提的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菩提本身具有两种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翻成了净悟二字了那净字就代表说去除一切的障碍的意思那这个第二字长啊长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智慧增长了悟了一切所以而说了悟字的意思了因为我们的事我们的意识或者是智慧了解了更多的法相所以呢因为这种智慧的增长所以能去认知或了悟通达一切那所谓遍布一切一切遍知所以一切遍知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是去了解了这个境所以我们就说是这个是或这个智慧呢遍布到了这个是遍布到了这个境遍布到这个事物所以叫做一切遍知嘛遍布于一切的这种智慧因为遍布而且它遍布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增长或者是说宽阔
因此呢而取名为悟的意思了。那这一种的就是正觉的果位呢，佛正觉的果位最主要是靠智慧来去获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讲净字，先讲菩提的菩字，才后讲提字的。因为什么呢？正觉的果位必须要透过所知障的断除，才能够使我们的智慧成为一切片知嘛。所以先讲净，一定有它的一个用意的。我们不讲提菩啊，我们讲菩提啊。我们不讲悟净，我们讲净悟嘛。净前说，悟后说，是因为由先由净，才有悟的缘故。那在悟的时候呢，是远离了一切恶相的这种错误谬相。那在远离一切恶相的错误谬相之前，必须要先净除恶相才有办法。那净除一切恶相之后，就是说，就像在如所有性认知如所有性的片知，在了解如所有性的当中，虽然是不会看到净所有性，可是我们说片知本身，他会看到净所有性啊。纵使是了解如所有性的一切片知，他也是会看到净所有性，只是在看到如所有性当中，他不会看到净所有性以外，他本身是会看到净所有性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在修到金刚预定的时候，断除了最细微的所知障，净除了这一切的了解事物的这种能力上的一个障碍，所以呢，使他的能力发挥到极限，最后呢，在悟的时候了解了一切，所以就说了净悟或者是觉悟，也就是所谓的中文的菩提二字了。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要证得这个菩提之前，必须先要有智慧的缘故，所以由智慧圆菩提，由心去圆众生，所以就说了萨埵，就是菩提萨埵或者菩萨。我们所中文所谓的菩萨，菩萨呢，就是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啊。那萨埵的什么意思呢？萨埵就是所谓心的意思了，具心者。那具有什么样的心呢？就是圆一切有情众生。他为什么要去圆一切有情众生？为什么想要使一切有情众生远离这种的痛苦？最主要是由智慧去圆取的缘故。所以智慧圆菩提，心力圆众生，而称为叫菩提萨埵，也就是菩萨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在讲菩萨的时候呢，我们要马上的联想到，就是说具有强大智慧辅助的情况之下，而产生无比的这种心力，才去拯救一切有情众生，或者是发起这种承担心，这一种的圣者呢，我们把它取名为菩萨的意思了。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有时常说到一个发心，发心二字啊。那这个发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都有一种想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那因由这种的我想，会产生一个爱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保护自己，想要让自己快乐的想法，这个是正确的，这没有错误的。不要说人类，就连很细微的这种生物，他们也都有这种的想法，想要保护自己，爱护自己，它本身并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必须要远离痛苦，自己必须要获得快乐啊，这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自然而然离苦得乐的想法嘛，再加上痛苦是可以被解决的啊，就是因此，所以我们离苦得乐的想法本身是没有错。可是，如同我们离苦得乐般的一切有情众生，具有生命的、具有感受的这些生命体，他们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啊。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层次上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差异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不同点在于哪里呢？自己永远是单数的，讲到别人、讲到他者的时候，永远是无数的。所以为了单者的利益而去舍弃无数的利益，这是愚蠢的行为。可是为了无数的利益而去牺牲单数的利益，这是智者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虽然是为了自己快乐而去着想而去努力的，可是他所缘的就是自己而已，它是一种单数的，它的范围是狭小的，因此所发的心是狭小的，它是小的心呢，并没有办法发大心。可是呢，一个智者，一个明智的一个抉择来去判断的时候，他会为了无数的利益，因为缘无数片虚空的友情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心就能够扩长，或者是增长，或者是发大心。因此，我们说缘一切有情众生而去离苦得乐的时候呢，我们称为叫做发心。所以我们也把发菩提心称为叫做发心。为什么要称为发心的原因，是因为它缘
它所缘境是无量的，是无限的，因此呢，我们把它取名为法心。嗯呀，啊，甚加戒呢？他也不甚这个头大了呀，怕三五当不赢呢，他立不起一本，他第一种子卡的是什么呢？别呢？说是多不着三五的。潘云不是给读过没得吧？考公办个读的，查了是懂。那呢？初中办个读的，就特别是三线。第高二教的有么子老伊呢？第潘云的绿草什么的嘛，都是那潘云是给读吧？是吧？啊？让个让，记不住呢？上边上路的潘云要的是哪？第个把的让几股，让对啊，这个让几股他操掉了，这个他妈的上不去没得哇！第，听出出来要上不了幺了哒，哒，弱不着力啊，弱不着力啊！啊，第第二种呢，上不是当不赢呢，是吧？上路这阵这一关呢，弱不着力啊，但那抓到点个米着力啊，多些实在。靠公的民营的村主的这里啊，这都手中几百亿呢。这个是这样的，潘森是多啊，他得了几万这个多啊。可是呢，潘森贵得了呀，这潘是大有的在呢，第一这部的让了呀，学过养了养去。但现在潘当了让了养用的在的，可是呢，啊，我在群里面着啊。这当个人就是他通讯的下线呢，这现实的弱下边呢，听注意呢，他们听，俺们有大话的说的个，马斯克多说了，土方说直接的，搿还是的性格有什么个，搿什么上古的些马斯克多里啊，差几下边呢，搿啥的差几就是上面，搿的差几年头里啊，级别的，这个说的，突击系数的情感有什么情感？提的新米的，这肉就当它肉菜的，怕咬成了，心多啊，很粗咬起多啊，是吧？在这里印度上呢，怕咬成了，粗咬起来呀，这个瓤的平多啊，瓤上的肌肉多啊，是吧？反正提下去呢，提的少少的单菜，这边呢掉什么多啊？提的熟的这些。这里不是嘛？等一下，你老百姓都吃了都是丢呢，是丢的多，是吧？第二样的怕咬不成，所以咬不起是吧？这第个去年的时候什么那个，怕咬不成呢？第两的，说说这生了这搞出来用下这个，做两种多啊。是啊，第咬不成呢，只会咬用不是啊的，怕咬不成，所以只会咬用不是啊些。第一项的上午当没赢呢，说两把球球才没赢呢。说是没事干啥子的，看懂不懂？记录起来都想不起来了。可有他的不记得呀？可怕想不起来印度，可做搞不起来，做搞不起来说是丢了许多啊。但说啊，跳了牙了啊，都是想了，开始这个样样是的，看懂不懂？在这里印度上呢，怕想不起来了，出这部他妈他的也不想的啊，这个啊。其实上过钱了，上过用过的，两百钱了，两百用过的噻。你反正地上那些土啊，说什么对个？是吧？地里也没得啥呢。他，现在两百钱还赢呢？现在有他这不几个呀？怕两百钱还赢呢？地两地，学过说什么就不用还用过多啊？是吧？地里赢的啥呢？胶啊，是啊，的主要的，拍起来的现在电力用过多啊？对吧？这个是你的拍摄相当的用多啊。是，但这个在他做的，但俺们是，本来说几股恰恰呢，俺们是米多少呢？米几多？你们多了没呢？说几股空缺是该要么了吧？几多是拿到了带亲戚来呀？刚才闲了拍拍落去了呢，说几百元还，是的，闲了呀，那把钱呢，让没几百元去拍几多啊？但真正这个难当个话呢，其实我们个先盘个逻辑呢，让了开盘多啊。
变成青山这个拿了，江子变成青山，变成明俄主席的青山拿下下呢？青山点那个米基，青山个萝卜做上了，军人嘛当下呢，可能哪看这些青白呢？青山的就用嘛了吧？青山点那个米的青鸡上了当呢？所以说改变了到是刚刚才白呢，俺就青山鸡上了当白呢，青鸡的就用了吧？对吧？但都是怕嫁接用的在呢，俺然说。趁帝王都吃不赢那样，其实我们先骗个老几也不赢呢。是，记得带这个，记得了骗下这个。他们记得了呀，还有哪有骗多少个没准呢？说说先拿到了，几百万吧。你什么那么大钱没赢，什么几个？说几百万不是多啊？记不多啊？在今天印度上呢，当省级是啊，说说几个，他调地图，他说东安市呀的调地图呀，几个上当没嘛？香港都先调查主要的东西是要上不上不赢呢，然后呢开片多啊，就是嘛，像大的县辖的，没些大的地主的让给，告诉他，那大的那绿色调查的、深色调查的，大让给龙姐姐的嘛，到长沙县去龙姐姐嘛的，长沙县去调查的东西的。刚才在这龙家这里嘛，都让了他太个地主娘呀，民族的，伊那样，其中的县了，从台湾用下去，县了伊呢，地这部地让了开发用的呀，其中的县了，那边县了伊呢，让了东海用下去，过他地差掉了，这真的就差掉了，真的伊们印度咋呢？让这部分部地，民族的他的主人意思，县这部分部地。对的地基就是这什么样的今天一直在军中拿到了呀那你那上今天台湾亲友吧这个县政队来说今天东海亲友吧这个让政队来说这双赢吧台新都军中拿到了呀那上这边呢可是大的县呢妈的在这边的大的县级东岸的杨大叫了马先呢，上届年度民主性跨那样台湾没先送的，让结果啥我没明白，他也为县级他县级从哪里啊？其实个上路加起来，当初不是全文赢呢，第一次个第一用过的意思，再来到的县大上路嘛，当就说是这个上路当的赢呢，他都南京解放过嘛，他退下用过嘛的啦。差都什么考了那代表人的，俺们就每次大家我都下边呢，基本用过嘛的，得送多啊。所以今天印度上呢，三百所属团大升官要的，一年所属团大的，我那让所属地级，代表是不是这个地级级用了，县了判不得主管就吃个要的。所以今天印度上的节目这个论文上面拿到了三百县团三年，判不让的判用过的意思。啊，对我那人想，所以今天一般印度上呢。那抢救就生死的啊！对，好多好多就啊，这第六抢不休息嘞，但养活嘞，但现在挨的养活民族，俺们了开办些民族啥么子，这钱不赢呢？他得国大顶给下来，人大顶给下来，叫什么？抢救生死的啊！对，我那厂内让着主要给，都那么几钱给他让着主要的，他都不得下。在这里印度军需拿到了呀。干部同志，如果在外有同行的，第二篇不是十个字，他先送的哇。干部的干部人里呀，他几多篇不得搞得多，光用的在呢，哎，那他们先去抢救生死的，这几多篇不得嘞，现在，我都送不下来。透过发心，透过这种广大的发心，让我们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让我们去想要啊，为一切有情众生而来去离苦得乐，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善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光是只是想一般很单纯的话了哈，就是说我们口渴的时候会想要喝茶，或者是说我们肚子饿的时候会想要去吃饭，只是光是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它只是维持我们的身体而已，它并没有所谓的善恶之，没有所谓的善恶可言呢、啊。那或者是说，只是想自己的一个快乐，只是想要让自己快乐，跟与别人毫无关系的情况下，只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话，这是一个单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种想法而已。这个是畜生到一般的动物呢，他们也会有的一种想法。
这无所谓的善恶可言。可是呢，相反的，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啊，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他呢非常的口渴，可是你从心深处啊想要帮他解决他口渴的问题，于是给予他茶喝，那他饥饿，于是呢你想要帮助他解决饥饿的问题，于是给他饭吃。这一种，当你的内心产生这一股温暖的时候呢，你在当下不只获得快乐以外，因为你来自一种很纯正的一种意乐，想要帮助他的缘故，由这一种的业的力量呢，将来也会让自己获得安乐的，也会让自己获得利益的。那为什么我们对他人好，将来会获得利益呢？仔细这样去想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法性嘛。我们只能这样说，一种法性。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仔细这样去想的话，像蚊子来讲的话，你对蚊子好，当然你一开始会想说啊，这个蚊子也想要离苦得乐，所以它很渴，我会给它血喝。但是给它血喝的时候，不知道蚊子会不会知恩图报，应该是不会，反而还是恩将仇报。所以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但是如果我们讲到狗和猫的话，如果你对狗和猫好啊，你就是很你对它好啊，或者你抚摸它的时候，它会跟你摇摇尾巴，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因为它跟你摇尾巴啊，它跟你谄媚的那种感觉，它会舔你的手指，它会舔你的脸颊，你会觉得很快乐。但是它如果露出那种牙齿啊，想要和你吼叫的话，你就不会快乐了嘛。所以我们对这个狗和猫好的时候，狗和猫它们会有一种生理上的反应，会想要靠着你，或者想要亲近你，这时候你会有一个自然快乐的感觉啊。这为什么？因为法性嘛，你对它好，它自然就会想对你好啊。但是如果自己一直摸自己的脸，自己舔自己的脸的话，自己应该会快乐吗？应该是不太会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对一个第二人或者第三人，与自己相续毫无相关的，与其他的人来去做这种利益的时候，一定他们会有一种反应。那透过这种互相，透过这种互动的作用，我们也会得到安乐的，我们会得到快乐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伤害别人的话，同样的别人也会因为这种的动作或因为这种业，所以来去伤害我们，所以将来我们就不会获得安乐，我们会因此而获得痛苦。这是一种法性。那在今天的社会所以我们说一切的善和恶都是跟他人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讲善恶的时候，一般都是与他人有关的情况下而去说的善恶。那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要处在人群当中，我们要身处于一种社会的大环境当中，那光是一个人是很难让我们生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必须要与人互动。所以就像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如果这个家庭有五个人的话，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他只是想到自己非常的自私自利完全不会去眷顾到其他者的话，那这个家庭很难和谐啊。但是每一个家庭分子，他们互相的着想，互相为对方的着想，去体谅对方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家庭才有办法和谐嘛。所以同样的道理，纵使是一个人独处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当中，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为别人而着想，去体谅别人的话，其实你内心的那一股温暖已经给予你带来直接的快乐了，而且给予带来内心无比的勇气了。在这个当下，其实我们已经获得利益了，那更何况是之后的这种利益呢？所以如果以今世来讲的话，我们要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我们才有办法使今世获得更有意义，更加的快乐。纵使不一定能够帮得了别人，但是至少内心我们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已经尽力了。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快乐吗？内心真的很扎实的一个感觉，很充实的一个感觉啊。如果光是自己只是想到自己快乐的话，其实内心是空虚的，它是经不起痛苦的，它经不起煎熬的。所以呢，我们说到了跟自他两者比较之后，为了自己，如果为了要自己安乐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想到自己而已，应该为他人而着想，这样的话自己才有办法快乐。虽然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是在自己的身上，他人的快乐痛苦是在他的身上，没有这种连接，没有这种直接的一个连接，可是
为了他人而着想的话，因果就是丝毫不爽，自己就会获得快乐，这是这么的现实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如果真的要为自己快乐着想的话，那就为别人去着想，尽量的去关怀别人，体谅别人。因为呢，爱我之是一切痛苦之源，爱他心是一切快乐之源。如同《路行论》里面有说到了，所有世间乐，皆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鲜有自利成。确实是如此。之后呢，《路行论》又说了一句话。如果只是想自己安乐的话，不要说成佛的果位，就连在轮回的时候也不会快乐的。如果为他人着想的话，不止将来可以获得成就果位，纵使在轮回苦海当中，你也可以获得更有意义、更加的快乐的。确实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我们正在为自己着想，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话，就要去多多为他人而着想吧。所以钟大师曾经在广论里面说了一句话，利他心真的是很奇妙，想的都是别人，可是所获得的利益却都是自己，确实是如此。否则有时候我们突然间乍看之下会觉得说，好像帮别人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其实不然。或者会觉得说，菩提心虽然很好啊，我只是一个随喜的一个角色而已，但是呢，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如果这种想法的话是错误的，你们不应该有这种很愚笨的这种想法。我们要尽量的去往利他的方向去走想才是啊。所以呢，在《路行论》的时候呢，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多劫佛身思，见此最饶益。”所以佛陀透过多劫的这种时间来去观察什么样的法门对众生最有利益的时候呢，发现到一个，就是这个菩提心，这个发心呢，对自己或对他人或对一切的众生呢最有饶益的。好呀，들리는사람조지您的代表成就什么？干不了白白这样荣什么？这是什么话？所以，先生啊，你们代表成就什么？是啥呢？坦荡成就什么？写给我的。大家代表成就什么？是啥呢？各自成就什么？写给我的。啊，这第二部的，那马杰不杰，杰不光呢，光都白呀的。这钱都干不了，干不光那样，干不了嘛的送的。听我那里的话。阿底峡尊者呢曾经有说到了，如同日月般的菩提心，纵使需要花很长时间的这种千劫来去学习的话，也是值得的。确实是如此，如同太阳般的菩提心就是圣意菩提心，如同月亮般的菩提心就是世俗菩提心。圣意和世俗这两颗菩提心呢，我们要尽量的让自己为生令生，以生增长，以朝这种的方向呢来去努力精进。纵使是花千劫百劫万劫，我们也是值得的，确实是如此。这样今天印度喜欢来尊重那里呀，他们就我们说白了，马里人有中文影响的，但这些东西给出工，说白了打起来，等一下兄弟打起来不定难给，人不难给，养人马里人有出来的他们现在被抢救什么下的耶稣的话。所以吉天菩萨呢在路行论里面就说到了，透过了搅拌镇海的这个牛奶呢，就能够跑出菩提心的这个奶油啊。确实是如此，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最精髓的一个精华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的一个教授。哎呀，但是你一定要你吃过的，天水一定要你吃过的。因为呢，我有在修菩提心的缘故，所以你们一定也要在修习菩提心啊。你还喜欢哪点诵读啊？干啥的？我的学来呢，台湾中央公社的，
대회 경례 군세회 전주섭이 따시네. 대내 대화라 좋아라. 심시 수시 기른 줄었어. 배야 어떡해. 전주섭 세대한테 되게 안 돼 뒤숭이라 그래. 안 돼. 경례 가르쳐야 나야. 경례 전주 남도 줄었어. 닝멍가보 도한테 전주 남도 줄어인스. 근데 줄어서 나베이나. 아니 기는 대와 초송어. 텐데 난가 강을셔. 동네 근지 동네 코 동네 자수 깨부셔서. 숙심부도가. 세디네 인도자네 대외 경례 군세에 사디르도가. 대외 경례 군세에 전주 섬지 다셔네. 댄네 대화를 좋아하나? 섬시 수시 기론 줄스. 깨발네 깨발이야. 아니 샌드위치 두째. 드디지 그다 싸우는 스타미이나? 동해야 매발해. 코치에서 삼별러지 영향을 리차. 세디네 인도자네 아더 십제배 나라. 가사 당에 치료하고 죽음들이 단다들이 랍칭 전주급쌤 여대행이 전주급쌤 받 달라스 그다 근데 기부 달라 아니 가서 우리 비행에 가르쳐놔야 뒤 뭐지 뭐냐 야마데스 근데 인도산에 시버 코알은 내봐다 양대를 먼저 제발 이분들 캐머라 요 말해서 하지 십지배치 그래 내가 스시도 죽는데 가다 대나 대라 시버당 양현 대라 캐머라 매스 삼매 떠도 십시도 와 삼도 사지 십오지 가지 말해서 맞아 그래 吉天菩萨呢在入行论的时候呢又说到了一句话 孤鹰除疲倦，孤鹰除疲厌，欲驾觉心居，从乐趋胜乐，智者宁离却。确实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纵使遇到再大的逆缘或再大的困难，他都有办法把它转为资粮，把它转为快乐。如同，就是修行的论点里面说，五浊恶世时。为缘转道用，这时候就是由菩提心来去转逆，这一切的逆缘呢为道的资粮所用，转为顺缘。那如何转的呢？如同经典上说到了，愿自己快乐的时候，把自己所得到这个快乐呢，奉献或者是布施给一切有情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获得快乐吧。当我自己痛苦的时候，愿我承担正在。受同样痛苦的众生的一切的这种苦受，由我来去承担，让我呢痛苦也是值得的，曾经如同经典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生生世世的来去为别人而着想，纵使是在轮回当中，纵使沉溺于苦海当中，可是我们沉溺于苦海的这种的痛苦呢，是真的苦的值得啊，因为为别人而痛苦，为别人而着想。所以这颗菩提心可以带来我们无比的行李，无比的勇气，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打倒我们，没有任何的痛苦可以让我们真正感到难过，没有，因为我们这一股无比的行李，这一股无比的勇气早就已经胜利过一切的痛苦，胜利了一切的逆缘了。所以呢，在四白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因为有了菩提心，所以我们没有了痛苦，没有了逆缘，没有任何的困境了。这样的话，纵使是轮回，和涅槃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可见发心的这一股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是非常强大的。在今天印度山，今天印度呢，我不入住给我们日记成员拿到了呀，啥的，确实买到了，买到过没信心的，大多数人他们就一两个岗位减少少，现在他送的真的是，大家耐心给喜欢的君主拿到了呀。杀生中，想不到哪个心都打完，甚至帮都没完，那么你是现象小事。
진리 지기다 사무로지 코인드잖아요. 코셔버로 지기 사무로지 코토야지. 진리 인도 지시 난간 내 봐도 로치시 내 줘봐. 지시 난간 내 줘는 로야 동에 사무로 쇼스. 배 양호동아. 배 양호동아. 在《宝门论》里面的时候呢，龙树菩萨说到了：地水火风等草药及野树，自身极短暂，当令人受用，如同地水火风被一切众生所受用般了。愿我成为一切众生的受用。同样的，吉天菩萨在《路行论》里面有说到同样内容的一个偈颂文。如果当我们具有这种的发心，打从心底的自己变成一切众生所受用、所享用的话，那我们活得多么有意义啊！我们活的是多么的值得，因为我们活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活的，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值得我们去修习。那，那岂不是当主的？那现在你们可以去上洗手间，休息休息着，休息休息。망고나상담에가래가래겁내는로디숙철수철로태하지그래마다남산레알아버지도여말이가르차샤네패치가로그사이다로패치숨주십주숨주나한테봐네동닝상으로도스타니곽딘사지여사리사방예반예루사네내고등토스는애니는병에혈류신예대해서증거래전주성리야매바요래딱봐칸에럽디거리네시스템날라는따지도카오리섬전되게되네갈래갈래곰곰곰곰인도자네전주성럽디도저성단이버르지차용해지게자전주성상단은즉셈교육경에즉가역강에어디든지그용되기도가전주성께여말다나부디사도시다말다제이내고가다쓴다를년년이년을지땐들로대하려샤저산디고밀평기이면메신나라는샤평기저산저산민망그나들이계시지따라라인수구때도하고시다도스쓴김도하고시다도스엔가르치는연구하려사나저문제제나니추수계속구스내대거리스엔그심지우차버리수구때부차버리세대기단난가신념집이나배지타고신집이저주우슴수대하듯즉땡중그때권한지하려더니땡이부터땡땡쓰면야시우직디시대기였어래시디스서울직닌도시대기였어래땡땡팽기디菩提心呢是要透过长时间的慢慢的修习，才有办法呢去对菩提心的这个内容上呢升起觉受的，不是突然间马上就可以获得这种的觉受。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因为思维空性的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相信应该灭谛是存在的，涅槃是有的，所以当对灭谛产生定解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我获得灭谛的话，我会好好睡一个大觉，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曾经有这样想过，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嘴巴也时常说菩提心这三个字，内心也觉得菩提心真的是很不错，我也随喜菩提心。可是呢，跟菩提心的一个距离呢，还是仍然存在的。可是后来逐渐的，因为串习菩提心、休息菩提心，所以慢慢的与菩提心的距离呢，有拉近的感觉，而且越来越近。所以当我思维菩提心的时候，有时候内心有一种悲喜交集的一个感觉存在，有时候觉得很想痛哭流涕，但是有时候呢却觉得非常的欢喜，而产生无比的心力的这种悲喜交集的感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升起菩提心，我还不是菩萨，请你们不要误会啊。那有时候我有一个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我会跟他们谈菩提心的内容，当然不敢确定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对方，可是至少对我来讲，菩提心对于我的利益呢是非常非常大的，给我很大的帮助。
那有很多人在发问的时候问我说：“达赖喇嘛，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健康？您为什么每天都可以活得这么的快乐？”于是呢，我就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因为每一天有8个小时的睡眠，这个让我的身体健康，让我活得更快乐。”但是如果懂得真正它里面的一个内涵的话，其实就是菩提心，还有缘起的这个空正见，这两者呢，给予我无比的心力，无比的勇气。자산결혼조의남래야구쳐버리땐땐미지기보이무리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休息啊，好好的修行啊，那这样的话呢，你们才可以活得更有意义，更加的快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讲国狂国狂嘛，对吧？不要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已啊。今天我是不是今天节目就应该啥？节目就这，阿弥陀佛，修啥为因啥？还是门罗还是啥门罗？你是让什么牛屎给顶边都是你先给做？我你拍拍这个药的，俺的这长些呗，俺啥呀呗，通州的啥呢？你看，你阿姆多拉么叫的？这个呢，俺是他长些，三姆多拉么叫呢？牛毛马色，什么色？你们是没有钱啊，那个上路超久都是的，什么是抓起你是不是长子？那有一位就是华人呢，那他曾经要跟我说他念了好几十万遍的那个阿弥陀佛啊，念了这个佛号，可是奇怪怎么内心的烦恼还没有接受。他曾经有这样跟我反映呢，那其实有一位这个安多的喇嘛，他曾经有这样说过，一直念咒，但是呢，不透过内心仔细的观察，来去针对内心的烦恼做对治。只是唯有念咒的话，这个叫做未尽烦恼，只尽指甲。我的指甲会用尽呢，因为我们要播这个念珠，所以未尽烦恼，只尽指甲。所以求救生理要专注，啥干什么的，专注大家的。为了能够学习菩提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阅读《入行论》。明啊，今天多么深的马西听听听书，深都深的罗江呀，这，大山不就跟着罗江，你写完那个，大山你们就罗江的啥罗起来的。那虽然在发心的一个方式里面呢，可以分两者，就是七因果、知母念恩、报恩等。这个七因果的方式来发心，但是如果按照自他相换的方式来去发心的话呢，这是比较有比较强而有力的。所以学了让给你居住哪里呀？大的限度减少，三元大不减不下，送多三元大不是送下的，成就什么？我们对不？就是这倒是靠这个的。所以在吉天菩萨的入行论里面呢，说成就什么少嘞？刚才就。창조선은너바영에게로뛰부두드태기딱심지로자도카우즈가래서리메드자네다들현도제자상한담바잡으자상한담바송도와所以在吉天菩萨所著作的《入行论》里面，曾经有说到自他相换法，圣妙秘密诀。那这就是说，对菩提心有需求，可是呢，因为善根不够的缘故，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自他相换的这个法门呢，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叫做。圣妙秘密诀。而且呢，成就什么？应当，雄贤的中文呢，乐队的中文，走动难说。对了，老兵成就三百年，南街年过到了，这东都送把那么这东没出息，但个一般的那些你也钱多，他说出息你谈了么？当然了，线路没着急的，过年，
time the jabber. Tell a drubjini, tenum, tobato, jigum, my imbe. Chitin, do the yellows of the water under the jerry, chew, ne walk over. Trimbe, cares of what Tamajim and Jigwara shaking and hot on me, Tawa, Namala, Pumper and Jur, as on don't want you to say. The Tamba Malambe, Nar Trimbe, cares of Timmy, Tawa, Pusum, so over, Chevy, Jurusumbe, Chiro. Nijini get it, Tamba, Lamba, La.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you in the Pampa in on the Tazim, Tom Dejan, Pampa, don't know like our own Jumaica. Tomba Dona, Tamje, Tajem, Jura, Java, Jasmine, Yet, and Kimamo Shasa, Song Gunner. Mosum Bejan, Jerry Law, Zodonga, the Ladon, what the Jet, Sumba, the Jerry Law, what the Bay, the Dark, Zodon, Soso, Yana, Tadaja, Jose, Tezi, Jose, maybe she chatty. Dodge Tachim by in a Jerry. Nga lea thangpo pa la zedong du min ju la lea thangpo pe ge ge li la zedong du min ju kwa ba le me tene me de de tong pa su su wa me be shi ru nyam du sang pa wu lo bin a be ne nang ge nying kwen to da cha zedong du min de ben ke pong la ma ka zang di da zhung go zang ga zhen pe che ta ke nga ta che ta shi gu shi tong me ru du ya wa jie ba ten la ma ka zang shi la yang Gaza Jig La Yang Shen Dua Den Nam Jiang Oshi Jiri Lang A Sumba Gaza Dida Le Dung Wapa La Jie Sumba Gaza Chung Udang Chang Sa Le Shi Sumba Gaza Jibbe Wundu Shang Le Mingjia Gaza Dida Jiri La Yang Dua Shen Nam Jiwa Shubwa Shido Jida Nama Gaza Sumba Jiri La Yang Dua Sh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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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e Shang Se Dambu Nam Ningen Doro Sumbi Tadang Shibbe Shushi Dang Shang Se Lama Sumbi Barba Nye Dang Dame Da Jo Dana Dumba Dime Sulu Shudu Yubi Shiru Shana Chancer Song Bay, she would need ye, Shan, and what do you be, she is my debutable, Yaba Majuro, to Sula, to Gene, Dala, the Mazo, the Motuzen, the Vetijan, what an English. Da, to Jin, Shamba, but Jena, Yabe, Dada, Mada, Ben, the Ning, and the Nation, what an Atolaka, Song Bay, Chanju, Jesum, Toro, the Mazo, to Shu. Chitra Duban, Susaba, and I need to get the better Jalas, one before ones about the Masamid and Lamasso, but Tom Chains, whom our summon name, Doctor Jemitun, do it, Imitation Shazan, Gay in Bay. Tell it to his Imitamalam about the Nazumava, Nemakarana, the Jagazana, Mavis, Okujos, Yokora, Dang, Sugar, Toba, Tang. Gazon Sebe, Junju, saw some Dang Yanda, Yanda, Golonjo, Katu, Dalajibana, one in the Senate, nor amid the water to the Sunday, Chan, a part of birds at the Longjo, but Missoube. Solo Choba, the hotel, the Ojo, the hotel, Tano, the Matanga, Kazakazila, was Senna, and Jubeshe, Roma Gindi, Sheva, Dangashin, Toro, the Ojo, one in the Senate, and the water to the Chella, Chagabes, and the Shijaba, Missoube, and Jeva, Dangasana, Ranga, Major Lamajan, and the Mijobe, almost three showers all. Dengwa saw the Sami Shen Shi, the Tongla saw one, she went in the Simjan, what they would do, so when you're not sure, born on a law, Madame, but not only about the Shuji, some born imitation for me to what they say, Lemanyaranga, Tawa, Yang, Tenbe, De Bang Bang, what they need, Yang, born on a law, Majambe, Tony Bang, Be, Ju, Rangi, Javata, Majuji, Sim, Ni, Tishin, Bejero, Lotta, Sung, Nem, Mikibajo, Lavaraja, Gavata, Zaja, Lajo, Don, and Matema, Javan, and Matajo, and what are the decision of the Namatawa, any Matajo, and I imagine Shadow. Yang Per Kashi, to just so Lotte, and Dososu, combine in Bay. Shoga Tade, Jimmy, don't know what to look to, don't you know, so Bishoga, and one of Ning, given Don Javan, and what to do with your national nerves, Bishoga, and Javan, and what to do with you over a machine. Kajini, Uma the Sons of Jesus, the Tade, Jimmy Chabayo, Dodo. Don't tell me, Tay. Chabana, you are it. Tell on Jabasame, Lugo, the enemy, Tabo, Ramadan, the Vendoyan, Java, Lama Samara, you wish to listen with Shuhale, Lugo, Dang, Gawara, Namasha Rose, the Nazi on the war. Doyotun, Java, Samara, you wish the Chambos, Shindashim with Shivalas, Dangasamunasha. So the Jerome Chigi, Gaha, Cabazu, Sunday, Chabashino. Abbe Garada, she had the garage to say, Lubin Shu Song would do the garage to Chadori. Conanzo, Shungli, Tamit, Javanani. That's Suduki, Gibus Sunshava, this all sing to what the ladies are now the day. Summer division with Shuhali Ludan, says Santin Bray. Ludan, Gavana, Major, wanted the Lubin, Day, Jerry, Dale, the Moba, the Ashans, and Regiment of the Yena, me, Yena, Nimitiri, not Matan. Let a wobble like yes, also never made the autumn day, may not invite the document to watch Amidus on Yeva, that autumn day, Yeva, and then you wish to see two, well, the Kama, Junior, what the Lama de Tua, Jamin, and Divitan being Yeva, the Lama Junior, Shirin Bay, Tamja, all the one you visit, what I want you to make.
人心也看到我的我现在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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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呢老婆老婆呢这种习惯了说呢老婆那么这种想到这种东西我们养的人没事也被宿舍没事也被有多想到我那你这种没人那样这种没人我是想说多过这贵的这种没把那这种都说那多么这把那些问题被宿舍没事被切入他那能力更多的准备下把那么讲下把那么想说没送了点点些被你是接下把六句说没送被得到的我老婆他们就下一个变成被想说的六句一个人多就大哥要把他送手阿贝也搞的六句的送把那么做动作下把来讲强势的些被西部对把他的把拍下把他一点没容我难得点这边就是让你请你一个点这边就是让你请你一特别记清晰要我对吧因为对待没人我拍摩切人对吧切入不要可见跟对吧那边的对吧懂得言了东西送给吧没特别去为连在吧来我让各位人能往多归来对见对吧解决东方我做的没行来当我别解释的无情也把那些把当我的路路到他们一路明着我下班他们讲那对说平均几个东方的三年没下班当然给了多少天堂多年将这种都送了那边希望来天天下班的这种都摘星天堂的都那个地方都那么强势对一个对你说的送吧他困难性都太白如果你如果你现在少了下的那不对了再来都忘记大家那都浪心送我的话这个对吧到了对面这个留下吧大家把这个心就你连中了就算那边个性给了我那把这个心就对面这个留下吧大家把这个心就没那么当然如果你说的这个对我的杀了起码当然那样可是你包括他们的铁路那吧这边上我这边写的写的对那么就跟这些东西这种东西那么给我来这边那样那个你们都在你通过你都大家的在外东到我的时候都把这个这边东西的我连住在外东到你们那个你们都在来拍摄送把烟了得到这到我这先中我当南镇大院这边人在外东你们都把这个这边的那个你们都在里面当我这我先送我先问那么说你们这边人在当天不能约呗这东西对面上我的看了我的瞧那在此呢最主要就是105页到107页的中间呢最主要讲到了例外中的这种说法利他中的说法于是呢中大师在此呢针对这些无论是印度或者是藏地的这些大论师的一个解说或者是主张上呢做这一个分析和解剖那之后中大师选择了吉天菩萨我们在106页的第三行的时候可以看到了与解经亦堪为定量吉天之中那所以可见以中大师个人而言他也是针对于来自天主的这些大论师的主张不会马上的相信也会马上的去观察和辨别那再来去相信的那于是呢就念到了107页的那最后第二行这以上都念完了嗯呀那天呢六句人说在外东方的对比七十七吧你马里在外东方对比七十七吧六句人对不对그래서숨겨꺼져고팔만바이동안도다른신의봉제와니보라투배송바이는수리비세계로나온것밑에차가당대와너무쩌나지와제와당도중내배와당삼행가보제와당老婆的大王子把他装到上官上大家都也被送到大家马家身上到东西就到三千年到九八到多少九到八到宋大伯杨八的多少到九到六的上到九八王军官明星子也怕大家竞争中自主大长给杨家九到聂八到那国的到三千军也先灭到当年什么时候我叫老年人嘛我当给中间被中间的公众的经济的什么人把什么的新的到我什么的杨大庄和龙庄的看见什么什么的那三个动物的时间年我先被救没能把我那么你们就努力下巴上成就什么的用到汤啊恰到生啊没随便落了什么的没觉得真的搞我下巴的什么叫老年没觉得吃一杯什么叫我的女木吧当我下这杯吃的这杯这杯哦谁乐队的送吧那么说다디디마좀바신도송인부여하래달라파바탕고니군쇼그꼬름마진바를렘베파바오스
아산다 다도시면 쇼는 메디지 샤게메니 퇴신보와도 근조 고르초스 다 창산에 저동 카사도 송사를 뒤치해 다 럽듀니 송배 저동 나머지 송되기도 와 어, 나 这以上念完到110页，那这以上呢，就是已经说了，从菩萨地论里面的四根本罪，那现在呢就要说从极论，所说的其他的菩萨的根本罪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要解释共三宝物还入己的这部分的根本罪的解释，从110页开始。嗯，对了，旁巴唐波呢，观众个观众没什么来拜旁巴哦，对了，出来。在当呢，那里确定那个根据那个消息没根据些吧？咱们嘞，我从讲确定起三界那个学员蛋白，跟说从我们这三界里面交往，我要当古书说康荣我确定龙岗倒白确说根据些吧呢？日子吃吧赢了，确实根据那边的说嘛些把握，太阳说说交往赢那么交往些这样了，八卦赢了，看啥这这样根据呢？跟说松些中啊呢？跟着什么现象？你们兄弟现在三界，我当我们三昧当，我们三昧当，爸爸老爸的些吧，当然没兄弟。兄弟现在是兄弟，什么呢？确定的，确实跟这些兄弟，我们到了下路，确定你在朝跟着当，朝些跟着了，票啊，些兄弟在当了，跟着兄弟每个月搞弄几个，那再大了，跟着兄弟每个月搞弄几个。浪姐在你三个面那边，新刚说那样当个手动当个什么都说不更容易了。我们其中给菜了，两个三个面那些个团团下边菜，两个搞完那边，其实嘛那边嘛就把那边来那么多，就为马太眼前的有些都唱了怎么？跟住了票啊，谁也准备在那去得个的时候，约他们，每两个都要工作从更容易了，我那边过来叫他玩我。过不等你们跟住了，过完才能让这十多米多包。三八了年，那边都是你们跟着接单包了，是吧？那些没着我的，接了就把你们一年一届你们那帮忙多啊。过完你们哪儿呢？过完了来了，我都明天晚上没进来，你继续来送别去喽。过路呢，过少个人了，让没忘，让个单多，然后过完年把我拧着我了，说的三百先转多，差完了。我呢，下巴到了东北的，胳膊是不是从到东北县？因为这种东北县了，那我是讲个东北等级这种，他了那我没这个别气质。那让气都超拔，没样了。滚龙牛毛钱，滚什么个钱对象？滚我那下巴那忙个说，小娃你们超个毛多多少块钱？什么让个下巴当个县了？小娃你找我太阳马说我的级别过我当个腿超过你。嗯，高中这边中年嘞，就是就超工作送的超过啊些，送不打扰，没钱把它浪费在呢。嗯，脱落了家伙，得了三姐姐，过了钞票，旁边说什么是难色的？啊，你那旁边，我嘞，他工作送不高中过了钞票是。嗯。然后，于是，在111页的第二行之前呢。嗯，这都。呃，这种直接写呗，但这种好吧。那在111页的第二行之前，就是菩萨戒里面有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五条，叫做把三宝物盗取，就是供三宝物还入己的这部分的一个解说。那大致上这里面可以分6种的内涵，就是物主所取物、能盗人以及逸乐，逸乐可以分2者，还有加行以及。不予取量，不予取量，不予取就是偷盗的意思啊。不予取量，那个量字的就是定义的意思，就是偷盗的定义是什么呢？为起得心，就说是那个偷盗的那种逸乐。那这一章就解释了第111页到第二行部分了。而且呢，工作过程确工是阿达定不的。爸爸你把你坦白去帮爸爸我的了你来帮着团他们去你们多来年对你也不能说我的小朋友我的身体也不能说我的小朋友他不能说我的小朋友帮心我都告诉如果你三个都问你不谢谢俺们的他们现在都说别听我什么的他们都在告诉我这样他不送的坦白好的他把孙子点呗，到底跟我等下，他把这个帮我这边这边，告诉我提前介绍没得那么，
투유 된지 초제 방발로 이제 조자반 교회에서 장사다 그건 되면 뭐 파반장 오라제면 대신에 사바다 자주 니저도 도대오 대신도 년도에 예불어 주고 대시샤와 당 라서 이제 그거 좀 때대 주니샤 봐도 왜 팀이 되는 대 팀이 되는 도래 대래 도래 팀이 되는 도 들라 양아 대다게 되지 사제 저서 방안 나가니 저서 주고 대신 당한 당 냐모 家里头人基本都在等，基本差的这帮娃了，你家当个伢啷个伢，娃了，中午下班帮娃了，旁边没得的，俺们帮不起，没帮不了，看那么多，我吃不消了，现在就没得。东北空，看那么多，吃呢，东北这边吃完当个中午，这边吃完个吧，没那没吃的，别那说那些故事，没他们不是那旁边当个地些些不装备，什么的，故事也说那公布送个什么，他们全部来。 他们什么样的？基本他们那边弄了么子吧，弄吧，弄，旁边买些些个萝卜、洋葱，他们那个，那是生的没得，我那旁边摘不得不，旁边那摘不得不，帮人家那边老多，那个多多数，帮人家，我都就管些，他们那边多嘞，帮人家，我把些些，就是什么啥子了，推荐让给帮我，怎么怎么帮些，帮多就管没了，他们天天找我来养个些呗。 帮多就管养老都没够了嘛，让给帮助你们的这些别送吧，没有那些顾问对吧？我那年度才过帮我这边接，他了，你现在说下把他改一下呢，第一年的钱数，第二年钱都说把咱们引进，你这边手机帮我没弄，先钱不能丢了。对了，提前帮我送，送我。现在念到了第一百一十二页的第四行，那这之前呢就是解释。 第六条根本罪被蛇毁谤与正法的一个内涵，那在此又可以分两者，就是说谤之正法和毁谤之理。大家的人，我说，滚雪滚臭，雪崩我没臭，我没臭吧？兄弟，爸爸说把你肉中了，菜盘把我，你了，你了，菜园那边多了，上街去接受我，如果说我这边那边些，说我们做那个做那边，像我那个做那边。 最近刚弄了，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得了。俺给这月份，最近没吃完，给龙蟹吧，差不多怎么？吃完吃的吃不了么？跟龙呢？有的人那就吃完，差不多没有么子呢？就俺呢，可以我们差不多那个肉中来，怕不得吃呢？那么这些东西我，可能是把我，那些你把那个酸肉就把那个酸的么？吃完那么这种东西，我那边带过那个那么子，我那个土产呗，旁边就是说。 肉中当点金，我们也炒个大锅了，给龙西人马上我搁那边些，上头上头他们就是说，对了，我们炒完那个肉中来，拍拍盘吧，你说是？那在第一百一十三页的第一行之前呢，就是念到了第七条根本罪，叫做破坏僧侣令还俗的这部分呢。那这里面的最主要内容呢，就分两者，第一个呢是所害境。 第二个是如何损害，那如何损害又可以分两者，一乐还有加刑两者。旁边是把你上面是把旁边我这样，怕当马当，咋说嘛？是把当我给你演，是把当我这些把那帮艺术也唱一遍，上面也这种熬。第一样演马当我把心里强势，怕把阿爸对不对手。那第一百一十三页的中间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第八条根本罪了，叫做造作五种无间罪，这部分呢。那这里是，我说，上面我都落的，怕把阿爸你落的这边怕把我这样，干那个两条当个交往个是没多些，过完这把我，你这把怎么那边给他这边没给我，就那么当个先人都就把养老都没给收拾。 那是的，刚那个两条的交往的是没多些，滚的，啊，既然那三姐妹去，对，我不了看，约不得，起码是单了拍拍他呢，哎你，啊，浪多，诸多，其他送给他的，像第二一般人都是呢，啊，老大的呀，庄到老大的，滚的老大是你先的，庄到老大是啥的？ 买不起了，要的是呢，那么多个找单呢，他那一些些的，赚到老多是了不得。当然，要不起了，哎，你买不了，单呢，那你买不了，他些些，这个大家得了，可要不起了，要么是了不得，要不得了，过得了的，这人就滚得不老多是了不得。当然，这的滚得不老多的些。
在113页的最后一大段呢，就是讲到了第九条根本罪叫做知之邪导毁因果，那在此呢就说升起邪见毁谤业果。那在此的邪见来讲的话呢，一般以佛法的一个教义来讲，都是配合着实际的状况来去说这个取舍之理，来去说这个教义的嘛。所以呢不了解实际的状况或者与实际状况颠倒的邪见呢，可以分两种了。一个呢叫做增益邪见，增长的增，利益的利；一个呢叫做减损邪见，减少的减，损害的损。那什么叫增益邪见呢？就是说把没有的认为是有的，所以呢就是说多添增了的增益邪见。那减损的意思呢，就是说把原本是有的把它说成没有了，或者是把它毁谤了，叫做减损，就属于减损的邪见。那在此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减损邪见的部分的。这是他刚刚给连着，晓得？上古前的上古用过的，那边前那边用过的，谁也不知。拍摄，趁敌人都通讯的，军队的，就当第一团的都上当了，抗日们就上不快些多啊。军事点中在地上的都上不上去，那是娘娘娘的这些都上当了，连着在的抗日们是你们也是多啊，但连着差心差的考试，一年过的连着拉过他呢，都七八路钱呢，但人家准备那个农历送不的，人家家把送去他为农历送吧，他的节送去他为啥他的，其实人家唐文就中山国就新都国就是呢，是不送广州这个样的。本来俺是年年就出来拿了来，本来他说的，人了心都高度就等于，第一团的所有加把钱的些都还没等于，人事民事第九月等于个，刚说送不起个，那些个拿了呀，一些钱多个呀，要的，那么应该大把的些都有。本来俺可都接不着呢，俺可都接不着，确实可把接不着呢。俺们那些个第将将的差小就是嘛，这些爱心嘛不的，加把钱什么的吧。在这里的那种就是 Happy Birthday 生日的好过 Music Level 的恰恰就如果的话都是行为了对吧。在这里的时候你一直才拿到来看他让了他即使行过一年没呢，让了心都高度就等于自己那个不太了看上送不进了拿了对呢，但看上去被恰恰过来但是看上送不的拿了对呢，恰恰就是呢，你看那刚上松柏地，可天天香蕉片的热嘛嘞，可土瓜肉片的热嘛嘞，可根茎木就香根的热嘛嘞，你看天天大些菜些，人家俺的人给人的心都高度决定那个团体，可天天让呢，别挨不起要嘞要嘛嘞，是吧？但真的是你看了，军事蒙古上当呢，但这还是比如恰恰呢，俺这边几十的。但地没地就要的，土地可没地得要的，哎，你没地地是些个嘛的？没地俺落田里打呢，搞不起要嘛的；俺落村里打呢，搞不起要嘛的，是吧？他给我整个长下，可得结果在下过来什么东西？等这些个他呢，他哎呢，可他搞不得，地是些的，可热死不死这些民族，是吧？可被下不来都难，但是啊，都是呢，他解决嘛的，他还是没这个时机是实在老差些嘛的。这是加巴苏尼他瓦塞的，团的团呗，兄弟姐姐，同安公主了呀，我从前面那边买吧，中山国酒那边下了，加巴前面那边买吧，哎呢，新国那边下了，一级加巴的那边买的吧，少了的，我看到他拍的什么的，新都国酒那边下了呀，龙额西秘书，屌买吧，这几个店呢，下过要的，这里就是呢，我的三个要的。南北兄个性呢，因为是日日的零七零这时候送下不得就拆的，哎呢，第南北兄的了，兄们差多啊，怎么的拉了东部，拉了出西，现在拉了呗，老王就对吧？这送多啊，零七老王就对吧？实际上，俺们做了日零七零这时候就得新国州是吧？是在新国南北兄过来拿了没这么多啊？教我读啊！说今天印度站呢，这个雄心的短小不的扎起心吧，看让
고야라 메르소스도가 아니 니네 아니 랑르시도 거도 주바 이나야 에너지 큰일이야 저데게다 지 안더 스페이스크래프트 지 디지털이 저러 요나 칼럼 통과하래 해지 통과하래 그런 나와 가는 얘기 와래 제가 아니 나와 가는 무엇을 되게 되게 저러 해지 통과하지래 저질 통제 통과하지래 가르스러는 저러고 침나대 아주 용구여 봐 뭐 번이 셔셔베 저디 침나대 아주 용구도 와 진짜 침나대 아주 용 침나대 가는 야 저러든 아주 많이 오네 맞아요 아주 배 아주 배 고 신도 고 가서 아주 배 낭도 이런 거 쓰고 있네 가오로 봐 침나대 침나대 낭도 좀 怎么可能呀？给日照的难度没什么，消沉的高嘞。在这个印度上呢，这个印度，可是我这个，越南难度容易些，哎，闽南也够了，没有注意了，那个中国被打死的些多啊。像甘肃那边天气它呢，没有这个天气了吧？我不。양는가져다뭐뭐디니마도좋습니다봐다디디니겨와인데봐아니겨와디통용은아니디동다디매바디타자고야지그봐아디니게다게다비벌이야균게미아니가자런신게미드부게미사로디디샤인구도가먼저먼저게미를왜지열다가나그래샤워디니래다샤디니인도사디에디게리비잡아셔야지도사운다요나나와랑그신구탄의샤베이나야안드다지르저드링스레사드카우샤리샤야다고링샤드샤바좀니차와차게차와차게쳔베베타여시르자네드디용시그로다지르어지르드디용시그리서든드샤나저이쪽은안드직래소데다내야르강르데디겨왕어시드부차샤나叫我们去点样定住么子个子来下，啊，我不看到干一那样，可脚着点个钱不赢呢，可能年龄就是过个来是，天气性也过个来是，去宿舍里一年年龄就过个来，南西边里一年年龄就过个来，是吧？今天一日在那去宿舍，我说日照肯定了少个，不能俺那说碰过的下下呢，可能军也都，但军了日军的贼军也话去呢，贼军的还是住么着啊？在军都是啊，但是嘛，那按照他的绿的个，那个在军都是这样呢，旁边苦茶，第一旁嘛，第一旁嘛，第二样钱呢是落，嘣，哎呢三幺七啊，通州，哎呢听不穷啊，第二个呢也都是在军都怎么他妈差别那个，那落听不穷啊，你注意啊嘞，听不穷啊，听不穷啊，眼光了，心里的。你们的差别呢？真是好嘞，读书好嘞。所以呢，这那样东西呢，人民大家他妈差远的。Big Bang 才是多啊 ！Big Bang 下的下一位呢，的罗听不穷啊，叫什么呢？听不穷啊，江阿哥是这个多啊。你 Big Bang 我都听不到。在这里呢，这里呢，阿兰是他的绿的个资源啊，东西呢，在这里呢也是超越的。다고인지기스무슨 multiply 양고자기제주지양개인신단조명관계양고제주몽고초야용구로다제주참모시양개인왕고두번뒤에양라도라도로다용구로다다뒤에뒤에고제균디직매나루불라규미개면에용구말이잡는다자드리는우모십제베나로리야모볼로통해타요말이서숨겨하래자드리이면인도그래재윤도상당히잖아요치수진이되고년龄이좀재윤도시야집에있는탐해봤지가다다세계화래대는시난시발을찾잖아요그다주도깨는지는용기만세워시라봐딱그인데년龄이좀도대신보이나아니개지시발디레벨이깨버렸으니레벨재둘이깨버렸으니샤워중나아니시바기지당보디밑에비줄이깨워지다배지샤워도와숙제생명펜부지기년령전이가서우리유
유지야 매댕에 세미스로 두는 유지야가 누베 매댕에기 세지기 유지야가 누베 여대베 모부지게하게 내리는 줄라 시작하고 그래. 도시는 기왕지 두는 거야. 엔터기라고 이봐 시바 참여하는 도시인데 시바라고 해 강성된 거마다 시바 참여 강성당인 거야. 그래서 그냥 원부 시바로 시작하나 원부 시바 찍게야 돼. 반나 송진 미시게야 돼. 미긴 속, 그러나 다긴 미국 원부, 다 미국 원부스네 왕자스네다, 다디 디닌 뒤에다네 유다, 애니 원부니부디 차베 땡네, 애니 유진 집에 세리지 게야디, 세리 균을 땡네, 세리 남의 균을 땡네 용구요 아래스, 너지 배전할 대바타가진 시기도가. 자, 이제 이 자네 그 직배 모를 게야데 직관감에 유는 용가지 처리하래. 자, 이제 이번 이 자네 그도 세 대신배이나 시바 랑랑 직튼배 다 균질이 깨고야지. 다시 직배잖아. 네 맛도 조심해서 소시래. 양면 지대 그 봐봐 캐라. 아는 건 좋은 남들이 쓰는다네. 야 야도 와 눈대로 찍으래야. 나 김일이 집에서는 한 바로 지래다. 是吧？是啊，这里头呢，啊，他真正的他呢，俺说他妈上路时他马虎个过来呀，啊，他没，就那个都送药的，没他的，因他就人什么路线的都下，他得嘛下不下不下，上当上当接不接的，因什么人不成，人不他不下的，干什么人下？他要干那个人的，叫我们去没多少顾问的嘛，哦，他得多少顾问门店的。 나도 롱상 때네 마대란 되지래. 때네 삼다 삼다나 간섭스네 때야 조금 내번이야지 배지용하래. 얘네 약속 기억은 이제 장애인 구요하래. 뭐 자가나도 봐. 다음에 대별로 십시라지 나러리야. 자가롱 경 자가롱 부구든데 경은 뭐 장애인에 나랑 무엇 투구에 가시지 투수. 양 사관할 텐데 왜 가시 중소아? 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人可以想起前后事，有这种的例子吗？그래도더난셔가지래샤디 如果有的话，要收集这一方面的资讯。그심주제는이제만약에라처베지기컨디스유에미심주제와래샤.이라처베지기배지.다시따다보라처베지배이나.다진데시에시과로와.컨디스중과래.다진데시에시과로와.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它所回忆的跟它前世所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代表说已经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事实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解释那个理由啊？为什么他能够回忆起前世的理由？呀，当然这是解释。这种，我们如果行善的话，会得到快乐；如果行恶的话呢，会得到痛苦的这种善恶的因果关系呢，其实配合着我们日常生活，不只是逻辑以外，那透过我们的经验，多多少少呢，也能够去。 推测甚至于去理解的，当然在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个因果的一个关系当中，那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靠其他的第三者的这种解释呢，才有办法了解。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法可以分三者嘛，一个叫做现证或者现前分，那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呢叫做隐蔽分，隐蔽分呢就是用理由可以去理解的；那极细微隐蔽分。 就是非常细微的，无法用肉眼看到，也无法用理解理由去推理的时候，我有透过第三者的方式来去理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依止一种叫做三净察，观境的净，观察的察，干净的净，三净察的这种方式呢，来去相信这种极细微隐蔽分的了。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依赖着第三者而去相信某一种极细微隐蔽分的内涵。 就像好比我们的生日啊，我们的生日来讲的话，像以我个人的生日，
我必须要依赖着某一个或者是第三者啊，来去相信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或哪一个时候。那这个第三者呢，就是我的母亲了嘛。所以呢，虽然它一般来讲的话不一定是极细微隐蔽分，可是对于个人来讲的话，确实是极细微隐蔽分的内涵，因为无法用理由去推啊，肉眼也看不到啊，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是靠第三者来去相信自己的生日快乐，可以这么说。那就像，但是我们要去相信这个第三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观察他个人本身是不是时常会撒谎的人啊。他如果是时常会撒谎的人的话，他所说的这个话就不可信了。所以呢，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在啊。也就是说，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场？哦，那我敢确定我生的时候他在场。那他跟我讲我的生日日期的时候，他是不是喝醉酒？如果喝醉酒的时候就不能相信等。那这些的因缘都需要有。还有就是说，如果他说我的这个我的岁数哈比较大一点的话，对他有好处吗？如果他把我讲比较年轻一点，对他有好处吗？这个还要观察。如果没有好处的话，说不定就可以相信等。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些众多的因缘，透过第三者来去相信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众多的因缘呢，把它归类于三者，叫做透过三种的进察啊来的方式呢，来去相信第三者所诠释的一个内涵呢。那一般来讲的话，三者是哪三者呢？以现前分来讲的话，没有限量式的危害；以隐蔽分而言，没有正量的危害；以极细微隐蔽分来讲的话，没有前后矛盾或者是直接间接的危害等。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了有须弥山啊，还有四周的这一种的对于我们这个气世间的一个解释。可是在气世间解释的经文里面来讲的话，有前后矛盾的，因为有些的经典说我们的地球是圆的，有些经典说我们的地球是正方形的，有些地球说我们的地球好像像湿地一样的，它是它是散乱的，所以它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所以已经产生了前后矛盾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呢，虽然对我们来讲还仍然是一种极细微隐蔽分，可是人类已经发明了太空梭，跑到月球上，人类已经登陆到月球了。如果他到月球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须弥山这么庞大的一个物体才对啊，但他没有看到啊。为什么说应该要看到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靠着须弥山的这个影像而去生存的嘛。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夜。我们有分昼夜嘛？那昼夜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须弥山的那个影像把它遮挡住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它影像上、影下里面，在它的阴影里面、阴影下生活着啊。既然我们依赖着它的阴影而生活的话，那这么大的物体，为什么科学家肉眼看不到呢？在月球的科学家看不到，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很难解说了。所以呢，有一种的在阴冥逻辑学里面呢，有一种的。破斥的这个正因呢，就是说若可见则因见，然未见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它是存在的话，应该可被看到才对，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的缘故，所以应该不存在。这种的正因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可见无缘之因啊，可见无缘之正因。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叫做相违正因，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它不应该有，因为它有这些相违的种种的理由啊，透过这种相违的正因的认知来去破除这一法的存在等。所以透过这些种种的理由要让我们去相信这种须弥山的这个存在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但是三千大千世界是无边无际的，说不定在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有须弥山，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无法否，这也是没有办法马上的说这是不可能，这是很难讲的。那还有一者呢，就是有关我们前后世的问题了。无论任何的一个色法来讲的话，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都有它的因缘的存在，如同之前所说的。而且这个因缘呢，必须要由同类因而产生的。那在整个一个因果的序流当中，大致上可以分两者的序流了，一个叫做一个叫做性一个叫做性序流，一个叫做直序流，有分两者。如果是性序流的话，就是同类或者同性的一个序流当中而存在，这个叫做性序流，这会间断的。可是在直序流来讲的话就不会间断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它的一个直序流就是父母的这个精血，那这个父母的精血从哪里啊？又从之前的父母精血。
如此的这样去追溯下去的话呢，可以追溯到500,000,000年前太阳刚开始形成的时候的那种非常非常细微的物质或者是元素，其实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之前还有，那在大约13到15亿万年前产生了大爆炸。那大爆炸之后，这一种的很细微的元素呢，它慢慢扩张，就由一生二，由二生四等，那很迅速的扩张之后呢，而形成了这个气世间的嘛。所以的这一种，若是以直续流的这个角度来去解说诸法的一个究竟因第一因的话是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了，有为法是没有开始的，这是以直续流的一个角度呢而来去做这一个解释的。既然外在的物质是如此的话，内在的意识也应该是如此啊。唯名唯知的一个体性来讲的话，它有它必须同类的一个因缘才有办法去产生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有一个第一个唯名唯知的一个意识，那这个要从哪里生？如果从父母精血而有的话，叫做不类不同类了，那个叫做异类因了。如果第一个意识从异类因而生的话，那就违背了因果的一个缘起的一个规则了。那这样的话呢，也说不通了。我们更是在升起的时候呢，要有三大因缘呢。第一个叫所缘缘，如果是持色法的一个演示要产生的话，首先要所缘缘色法，增上缘眼根。那这一个所缘缘色法和增上缘眼根交触，就是相触之后，能够让它产生一个了解事物的能力，必须要有一个等无间缘之前的意识才有办法产生的。而经典上是这样说的，所以呢，意识的续流必须要由之前跟它同类的一个因缘才有办法产生意识，后者的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就要变成异类因而生了。所以透过这种的道理的思维，我们可以相信说，意识必须要从它的同类因而产生的话，那意识之前就有意识，意识之前就有意识，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有前世存在了。否，这是唯一的途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说这是造物主创造的啊，就是唯一理由了。如果我们讲说意识是无因而生的话呢，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学经典的时候，虽然经典上有这样解说，但是我们一开始的话当然会马上的相信了，但是我们不要永恒的就是说存在一种虔诚或者是只是一种迷信的一个状态当中，应该针对已相信的内容还反复的再去观察啊，再去仔细的思维啊，再去针对这个内涵呢来去看它的可信度等等啊，做这种的观察和研究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内心才不会是一种只是一个虔诚的一种很单纯的信心而已，而是会真正升起见离所生的定解。那这种的决定而产生的信心呢，才是更坚定的。那据我所知，在印度有一些小孩子，那他们呢，我曾经也遇到这些小孩子，他们确实可以回忆起前世的一些事情。那同样的，在一些其他的一些难民流亡的一些地方呢，好像也有一些这种回忆起前后世的故事。那于是访就刚刚问到说，你们里面有没有人想起前后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不翻译了，因为之前已经讲过了。嗯，哦，这里是哪的？阿达阿叔，他他说的龙了带那一句钱，老子塞的，李顺，他算是对象。这倒是的感受是，第一个咱们呢，开始接呗是，每个我住浪巴当，现在两栋住过，养老都没够说，是吧？老的接什么呢？那呢，东北娘住要的，就是么东北。想到了，那成熟什么都是接，老的的你第一步得了，那呢，接什么呢？生个顶呢，那比如像那的，生个顶呢。다겨운같이여말에렌데여말에선생을띵내타잡이나태만타를쳐주시면또냠로하래다가는신기내심장탐지그전좀뭐민두사바로사바암야나심장가연으로찍르미네다디그뒤에다도거지원쇼상상다나야제식나그지식주요하래엔저주저스또냠주요하래나在写众多的菩萨根本罪，就是18条根本罪里面呢，唯有邪见还有菩提心是升起了当下，马上就破了菩萨的根本罪了。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完全的相信业果是不存在的话，那在你相信业果不存在的那一刻起，你原有的这个菩萨戒已经完全的败坏掉了，就破坏了，就破戒了。那同样的，像
舍心来讲的话，你觉得说我无法成就一切果位啊，我无法承受这种菩萨学处，我无法接受这种苦行，我不想要成佛了。当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马上你的菩萨戒慧就败坏掉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你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想要让一个人坏，或者是诅咒一个人的话，那你就等于舍弃了这个众生了嘛。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等于在舍心的当下就破了菩萨戒了。呀呀，那今天旁边主管你参明阿东落得重算准备，这种旁边主管你那几个旁边的了，你那边西国的这边呢，那边中道中介的中道有个工农，我这边这边工农呢，得到了这边三百牛毛钱的小啊。叫我年纪别到我看见人没见过我的话就不用做过你不得现在三面一下我人不用做过都说长吧的人那么当然要有多的了长了说我那也别生气准备做东西呢你没得我说你也怕别丢了就当然也别弄准备做东西呢你怕把当忘我就说不能对不对你年纪过我的了你从小把手机做东西那接下来在114页的第一大段呢，第六他胜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10条了，叫做毁坏国邑聚落等。那在此的内容可以分两者，就是所毁坏处可以分4者，就是村、城、邑、国等4。那第二呢，就是属于加刑的部分了。那这以上念完这一大段，前年马上东尼担当下第一部的。旁边准备你，你们老什么设备？旁边我你老什么设备？特别设备有你南电的，罗马设备是这这边东尼的呢。中国人就话当个早上多，什么节目当个特别哦。看看特别说话那边，这边都是到这边东尼的，特别是到就话那边在到了东北那边特别长，那边早上给什么那边谁说的？特别许多什么节目我你的那把那把。那迎接那大王那把让给那多荣，我那现在我不老叫他们迎接，怕把没接他们娘母。那在115页的中间第二大段第七他胜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讲到了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11条，叫做宣说空理与潜质啊这部分呢，那里面可以分3内容，第一就是所说对境，那第二呢就是所说之法，那第三呢就是说以如何。哎呀，他得了呀！啊，确实是人心这边动过的，在大屯山的你也没多高，现在200亿呢。东营电白手机的谁？东营电白手机谁的？呢？顶着样的，怕说不东营跨车上买了呀？是的，那买回来什么时候这样？2个多啊？那我不如准备那个的，买电中是送下，电中给电呢？那你当过你跨到这边呢？还是？个七老多吧，几啊？八十年过去，老多几啊？八十年过来。你嘛，那个伢子家个人我信不起，他都空下差的，别哈呢不起，那空拿不起，就讲伢子呢叫龙珠。是哎呢，等等哎呢，东莞人过了几几十年呢，哎呢大买吧，是不是呢？空打得起，是不是那些？다하면은가져가려했는데쉬우시다권한남주다풍불로퇴행시풍불로왕주로얘기풍불로퇴행시한데다앗마세대쉬우시검도알아봐디어마를쓰지않아다풍불도알린시행해야되매등에에너지디도지기랜드에쏘게랜드에에니가서우리보기디도뇽에다지매발로쉬불로고하지쉬우시나지않소나도쉬쉬다마상돈이되면서야돼철로쉬로쉬로다是吧呀？是，哎，你这些是啥教学？你学过啥不嘞？你学过教没都？当我们在解说诸法无有自性的时候，有时候呢，一些人他们在听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会错意，会认为说诸法没有他自己性质的话，就等于诸法他自己不存在了，诸法不存在，也就是否定了诸法，于是呢，产生这一种的断见，这是有可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纵使是由缘起而说了性空的道理，但是还是有可能产生邪见的。有一次，我有个认识印度的一个朋友，那他是从比哈的这一个省过来的，那于是呢，他之后他成为了佛教徒，于是从我这边得到具足戒。
那当我跟他谈无我的一个内涵的时候，他全身都在颤抖，他全身都在发抖啊，因为他想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那造业者的我都不存在了，具有快乐和享受、具有快乐和痛苦的这个受用者的我也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之前在这种原有的这个思想里面认为说一个离开身心这个我啊的一个存在嘛，那他们之前的这个串习力非常的坚定，所以当讲到无我的时候，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呢，于是就很害怕，想说如果我不存在的话，那怎么办呢？这样子，后来那时候我真的有点担心，犯了第十条根本罪了，宣说空四十一条，宣说空理于前置。后来之后呢，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刚才慢慢的解释，于是他就比较好一点了。马家东西等到早上到。他把解放你，他把提前的到外边把我的了，你了到早上你们上街，你了就把这早上都人民间的这些了就到外边你具体清楚了，这不是美女，长街外美女见面家那个在我身边街道跑来当街了些，到我地上多上街上，跟我老婆过些那舅舅给这些都特别这边了，那没办法，养老都想出来到的，他把明白了，先去身边街把他解放，今天你把我先生我当了老个吧，找我。那接下来呢，就念到第116页的第一大段呢。那这一部分的内涵呢，就是说到了菩萨戒的十八条根本罪里面的第十二条，令人悔退大圣道的这部分呢。那在此的内涵可以分两者：第一，所遮境；第二，遮止之相。那今天马上东西讲到早上多，说到了棒当，啥子啊？爸爸古本呢说到帮爸爸我的了你那边靠着身边运动说到帮他对面去弄了我随便去弄了我靠着身边对面去对面再继续下早上都四面见了提醒好些等我你们别进去身边告诉你他就打过去了些什么也等我提醒那么时间打过妈妈我的了就你那边说到的身边那边到呢提醒老婆了叫我有健康就说等我能你看到他就我打对面去就跟你都说他别别了别别到爸爸那都叫我的身边结巴什么的爹老婆怕就打我了他把脸送不我些送不接了我那长生命见面年都也打我了老婆没下些到我老婆年纪多些吧这些现在年纪你夸我的结巴东西了胖巴了你们当我心都老婆给我弄弄那接下来就念到了第116页的最后一大段了第九他圣，那这个内容呢，就是十八条根本罪的罪里面的第十三条，使人弃舍别解脱的这一部分。那在此又可以分两者，所对境以及令了解之相，可以分两者。那年对没有这种事，那对。爸爸就把你们年龄也得忘了我过的爸爸我忘记了年龄过我的爸爸这边有你们老表的话就把你们老妹的话这边年龄也得忘了谁叫我长姐当我这边的你刚弄我们去了我过我这边是你的话就到这时候我就把你们把他的话我就把我们明天写上把他的话我这人到了去你们年龄也得为他们满年纪给上到了我弄我这个他们这边全部写给谁当我这些你当我提醒你当你了对吧就是这种中央嘛养那多没给你们多你们就在美味这边有你们就在你的这边到了我自己有了养这种多送别这些这些的怕的人生就让我这边养那些吧养那多不送我这里有了吧这种想法都是这种对吧让我这边告诉养有这边的人呢长久我送的就是这种中央没见我见到我都对吧就大概这种了没让我胖胖地上胖胖你别年了给我去帮我你没得的那么龙眼了，你多话一把等，那么你见面嘛，说些帮了你的这边找我去，美女那边靠的就我们就说些帮我吃肉。这上念完了第118页的第三行的部分，到第三行的部分呢，那这以上的内容呢，就是讲到了十八条根本罪里面的第十四条根本罪，轻毁持守恶圣者的这一个内涵。那内容道上可以分两大内涵：第一，所谤境；第二，毁谤之相。说到帮的你们十足嘛是啊大的旁不出去吧你们大队先没有进旁不我的那些的没事有你们得到了帮队吧天哪了要吵到给你们去大队什么老些老队说长辈没啥了对别刚才等养些吧先没啥事有多些吧那对面些吧嘛在这边等等那边没别刚才刚弄弄多数多久吧得到了对吧些吧马中央也不是说继续买吧你呢让人得到些没到啊现在没到啊这话我就是那你给我等我自己这些都得想到了我都等我说这些都当年你给我说的别多些不赢你们现在没东西这你些吧我都没去了妈妈找我别别打都有什么我没给我几名没去了妈妈都把这些呢
고만이 다들 이제 샤워서 뭐 순수도 뭐 그런 애니 그러자 봐 왕에 매신이 니구를 나와 차도 뭐 뭔돌에 차도 왕에 뭐 왕에 뭐 급시는 딘즈 강이바니 돌래니면 돌래도 진이셔바 인디셔바 당어 된도로 준기 견기 저 첨부 동어 중대베 제로 좀 섬모 대체서 원래 장가 메신도 연대 당어 준여셔바 당어셔바 당어 대바서만 저 때바 아니면 양도 와당어 양도 뭐 예배도 저 저도 로고로 되지 신이 좀 생각해 딘즈 자와 담바 다른 나나 양 세계 심어도 나가면 되는 연대 처음에 라제 아니면 심에 준이 바바로 와서 하고 接下来就念完了第119页的前一大段了。那这以上就是讲到了第15条根本罪，就是妄言虚夸的这部分，正空理的这部分。那在此的内容可分四：第一，对说之境；第二，所说之事；第三呢，宣说之相；以及第四，意乐动机。这个大的当然什么说法我是老百姓的毛当时是啊，第一呢，当然什么说法我是。那这一章念完第121页的中间这一部分121页的第一行，那这是属于就是菩萨戒的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15条的妄言虚夸正空理，可能是属于正空理的这部分。我当年什么时候我是老百姓的骂场才提起来，大家呢，给从前面进入当时，守尊嘛，守尊嘛，尊重国人，我尊重国人啥的。한번죽순바내면근처가고로는마바오와내내면주는데나보는보소지배지리가나보는바지는기존나보는노래지배지바지나보지다지바나보지다기가사기양긴뒤지배양초심이긴뒤지마주는유자다구로존내마지다나보소수구름배워오대다기장지리라배지제보나로보니가라자도모자라기존세배제배자도내자도소바도제군조성년나름자도내자도나보지배내내매진반내배자도모모면자도나보내매랑게꾸바모꾸로주바인라디니샤나너제체배자바나대에꾸바모꾸로주바꼬로나바도모데레겨노시에가마니소수모데베가나게꼬로주네제보로모나모네가라다바진네지리소자로스那现在念完了第121页，那在最后这一大段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菩萨戒的18条根本罪里面的，刚好像讲错了，我刚刚讲第十五，刚刚那个是16，这个是17了，就是受取道智三宝物的这部分了。那就那听念恰耶这东西，哎，咱爸爸就是嘛呢，初生过呢，听念恰，听念恰话说，就爸爸里面的了，你里面听念恰话了嘛，听念恰耶里面学学学，别别讲了，那么我听念记得这把里面得到那么了。在外三百斤的等我劳动，等我准备一斤多我等我你不帮忙多，就是为准备这个我干啥？养大脚，给别老准备什么了？我那系列再大，你们帮我那准备。给老公的再大爸爸等我给你多了，我现在爸爸这边做动物当铺了，就爸爸没心，系列没弄吧？我说在那边再大给别老就干，要是我
那这以上呢，就是念到第123页的前一大段，那就是 念到了第18条根本罪了。那在此是说到第14他胜威力遏制等他胜，此中也可以分两者，出力遏制以及以及第二不予取修订之资财。大家的情绪什么都是走动，那走动这边写的这边写的情绪也什么都往里面什么都我叫做做透了给你们多年中了走动地界别在那江水也动这个别什么都别给你动了多年你把你动不动你也是头上上头上上的上上上面就是我老大姐把他要的姐姐把上我的姐姐听见了你们说话上去走走走去别对不给养到工地上我的对没关系那你可以在下方就说下当我上到这边干嘛你进来这当然了老王的没什么你等下我说这些说这边干嘛什么样就是这边也把这些这边学生那么你们把这边干嘛的问题都我关键都他们就弄个心里你们别嫌弃说你们别嫌弃修别些中国的这边上的东西的话就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这方面的嫌弃你们别确定了这把这把这把你们打给村民一起赢了打给村民一起赢了嫌弃就是别学的了这把这把这把你们嫌弃研究这把你们这样说他的呢这没什么特别这东西现在这东西就差钱。那在124页的时候呢，又说到了弃舍菩提心的这一个根本罪，所以这也算第18条的根本罪，叫做轻言舍弃菩提心。那这以上呢，就结束了18条根本罪了。天天判别解放我你们你判别呢，特别是到那边看样子我这个钱呢，样现在的情绪就说，家就不说嘛，等于说这边给我们关注了，那么他们这些钱，那么大家们现在的钱，那么什么，那么大部分就被给我养没的。像什么都是基本一些养的吧，就是没那么叫了说嘛，那别忘记我，等于说这问题就把这把老老百姓对不起些，那么这把钱，那么那边啥也，多寡当年的说啥个，都没把那些，那么什么什么那么的话，那边这把这些你们啥都把那些，那边啥都没忘的，那怕把这个穷呢？这条路上，他们他没事情的，那年月就说家家我俺也陪我，那边一边给外面的爸爸的，爸爸养大养多穷了，大姐妹在家，我这边讲这些，我老早一边讲都不是，我这种给单马哥把他双腿翘我，军州来讲讲到东我东家到漳州什么的，我到到广华这些人，那啥都把那些那些说我说，爸爸心里凶，爹爹凶，我怎么应变？旁边是你兄弟的兄弟的一百六十年中我能叫的谢的的这张照我能给你问到的叫你秘书中的这个都代表中我叫他给他为什么老杨的我说过来杨的我说过是来唐伯来的我不吹吧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的旁边就是什么他们没他都是别的我这边的中国这边也说的我就是有人我告诉我就是给给那些人能够找完就说些松说那现在那对对对判别国内用的判别他说的不给他说东欧的给你他说不给其实呢东欧的兄弟加把的给钱这个年外要人了他说的马赛为哎他说就不提蓝孔嘛给我的呀东巴拉说的区别那样哎람고모겨와리야파르주시대야시작시고치부인바리사실인들저동구마구에셔야돼배개심으리나저동구마구에탑실리야군지시부디심바치니군지시마상시야다디탑실야래나조조니미수미따와서야다디나들가야말에사베다베삼년안에지야미루종대야삼바팀만잡으셔야돼개시셔야돼니미수미따와서야돼또뭐시다한테대바탕을통해온거지그래서군지마상에
탑시셔와다저주선도도록더니마도시나지디군지시상국도가사진의님님마도전전마로도건공어서처음에군지시상국주주미국로다도선도주저서동조제송셔송다다들这一章念到第225页的第一大段呢，那在此就说到了，他胜的一个作用，还有他的一个过患，他胜就根本罪了。那在，在此呢，就是说到了，如果我们犯了根本罪，犯了他胜之罪的话呢，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过患呢？纵使我们再次的得到了菩萨戒，但是呢，对于道地的一个增长呢，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所以在。第124页的最后一行的时候可以看到，于深深绝地不能正入出地，极尽出地，广大资粮先已有者不能增长，纵使其先无者不能引发，等对于道地的一个增长来讲的话，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让自己呢犯下了这个根本罪的一个过患。那在犯根本罪的时候，必须要。具有四禅，如同之前所说的，那这个四禅是哪四禅呢？不执为过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认知它的学处，不要犯下一个不执为过患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随着自己的放逸，就觉得说啊无所谓啦，啊反正没有什么关系。那这种的想法呢，会害我们的。所以四禅呢，不执为过患，以及欲心不舍，欢喜未着，无惭无愧。具有这四禅的情况下呢，才会犯根本罪。只有一种情况不会，就是邪见还有菩提心、舍心啊。邪见还有舍心这两者是不需要四禅的，但是其他十六条根本罪呢，都是必须要有四禅的情况下呢，才会犯下根本罪的。他等于学生，怎么样？那等下学生。今天早上部分到此为止。